好，那我们上礼拜因为讲完了 Schultz 啊，那接着 Schultz 就一定要讲 Berg 跟 Lukman， 尤其在这个知识社会学里啊，他们是有很密切的关联啊。Berg 跟 Lukman 都是 Schultz 的应该算崇拜者了啊。学生到底是不是？好像也没有特别，好像说是学生。那这个他们最有名的书啊，就是这是英文版的哈。英国版的哈，因为英国版跟美国版又不太一样，哎，我们把啊，我没把美国版带上，美国版也是一个通俗的，就叫做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啊，这本书这样的名字，有另外一本书也是这样的名字啊，那后来这个台湾的繁体中译版啊，那这个是大陆的这个简体中译版啊，翻译的名称不太一样，台湾的繁体大概在1991年就翻译了，叫《社会实体的建构》。当初出版商我也认得啊，他就问我说这什么意思啊，名字有没有翻错啊，我说这个看你怎么翻啊，我说如果你是把 social construction 当成一个单位，那就是 reality 的 social construction， 就是现实的社会建构，如果你把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当成一个单位啊， social 就是描述这个 construction reality， 那就是社会实体或社会现实的建构啊，所以其实因为这是有两个形容词的关系啊，所以这个社会的到底是形容建构而已，还是形容实体的建构啊？我想这是看你要怎么翻，但是从内容来看啊，比较像是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啊，加上 social， 比较像是这样。当然，你讲说现实的社会建构，因为后来的社会心理学里面或者其他的有讲到社会建构论啊。后来是在这个后来，所以好像大家比较强调的是从把 reality 做一个社会的建构，啊，社会方式的建构应该是这样，啊，所以其实原来是没有太大差别的啊。不过你如果硬要说的话，可能啊 ，social 啊来形容 construction reality 是比较现在比较接受的啊。但副标题是很清楚的啊，就是它是一个。Treatise 是一个老的英文的这种论文啊，不又跟这个 essay 散文又不一样，这是比较严肃的学术论文啊。那以前的哲学论文常常就是讲 treatise 什么的啊，在这个社会科学后来的学科里面，你的论文大概都不会叫 treatise 啊，没有人这样解，所以他们这个是一个比较老的用法啊。就一部社会知识社会学的论著，所以我在讲论著，讲论文也可以了。但是它因为已经一本书了，是一本书在讲，它是一个论文，跟我们现代人的语言习惯是不太一样啊。好，所以这是原著1960年，然后繁体中文是1991年啊，然后到了2009年有大陆的简体中文的译本啊。这本书很多人认为知识社会学就是他讲的样子，但他讲的样子呢？等一下你会看到啊，有很多整理，但是好像你也很难用它来研究什么东西啊，所以这也是一个问题啊。啊，这本书后来也没有在，后来没有在再版啊，所以他们自己写完了，然后就这样啊，变成一本经典著作，但是也没有什么了。经典著作有时候这样，也没启发什么后人的继续研究。那也许 social construction 这字后来变成了一个。大家都喜欢用的字眼啊，那这个可能是一个贡献啊。那他这个书从目录来看啊，第一个他强调是日常生活知识的基础，这个是继承 Schultz 而来的啊，谈的都是日常生活知识，这跟一般知识社会学谈的都不是日常生活知识啊有关系。一般知识社会学谈的都是比较严肃的啊，比较文化、比较高层的这种，或者中国大陆说叫高大上啊那种知识啊。那日常生活呢就常被忽略，所以这个里面比较大的贡献可能就是我们可以用这个知识社会学来看我们身边的事物啊。那这个第二个部分是讲把社会当成客观的现实，所以在这里如果 social construction reality 你就知道这应该是一个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或者 objective construction 啊，或 construction objective reality。社会怎么是客观的？当然，客观、主观这两个字我说过哈，一直在西方的学术界一直缠斗啊，一直到我们最后要讲的女性主义的知识社会学或女性主义的知识论啊，他们甚至还在讨论到底客观性有没有这回事的问题，这跟后现代主义有关系啊。在那时候，他是强调1960年这个都不是问题，客观性在那时候不是什么大的问题啊，是认为有的。那客观性展现在哪一面呢？啊，展现在制度化的这一面啊。另外一个是所谓合法性的问题。那这个制度化一面啊，他就有提到有机体的活动，从人啊，或者从人跟其他的哺乳类同样的基础啊，这里开始啊。那后来讲到这个制度化的起源，为什么一件事情不断的社会上的事情不断重复就变成一个制度啊，这是然后这个制度呢就会慢慢的沉淀久了就变成一个传统啊，那还有这人的角色在中间的问题啊，然后合法性的部分好像叫佛像论啊，我叫 symbolism 啊，我一直喜欢把符 symbol 翻成符像啊，而不是像一般人翻成符号或象征，我觉得这样太浪费篇幅了。你翻成符号好像就不能翻成象征，你翻成象征好像就不能翻成符号，我们为什么不能把它合成一个字呢？啊，符像论域啊，论域是universe of discourse， 那是在60年代科学哲学界习惯用的用法，后来也不太有人用啊，就你讨论的对象、讨论的范围啊，就。Discourse of universe 啊 ，universe of discourse 啊，这是怎么出来的啊？然后这个论域是怎么维持的啊？还有论域的社会组织啊，这是他所谓合法性的问题，这跟政治的关系比较少啊，这是跟这个为什么某些知识会变成是合法的，社会上可以用。第三部分是把社会当成主观的现实，所以他认为这是有两面。刚刚前面的是讲到制度化跟合法性，那这里讲到现实是怎么内化的。内化成为行动者主观的一部分，这里面有社会学里面很基本的两个概念，一个叫初级社会化，一个叫次级社会化。初级社会化就是你生下来不久，在一个小家庭长大啊，然后那个家庭灌输你一些社会上的规范跟价值的过程，这就是叫所谓初级社会化。那你到了学校去学习到学校的规范，学习到到了将来到了社会学习社会的规范啊，或到任何团体去再度啊去学习新的规范，那就叫次级社会化啊。那有的时候学校会，这里有很多的不同的分类方法。那有的时候学校会让你预先准备好就业的情况，那就叫做预先社会化啊。比如说医学院学生先去实习啦啊，像这个都是叫你预先社会化。那个念教育的师范的学生到学校去实习，这也是预先社会化。所以这个有很多不同的分类，不过他这边讲到是初级跟次级，次级就是你已经学会了一般社会上的事情以后，再到一个特殊团体去学到的特殊的这些规矩啊，或者一些行为的方式。那还有主观现实是怎么维持跟转化的？这个主观当然不是只有你知道别人不知道的啊，只有你知道别人不知道的，在哲学上叫做唯我论 （solipsism） 啊。就是唯我论，只有你知道，别人不知道。大部分的情况都不是只有你知道，别人不知道啊。你知道，可能少数人知道啊，但不会有没有人知道啊。那这个内化跟社会结构的关系，还有所谓的 identity 的问题。identity 是一个中文有时候很难用一个字翻的。identity 有身份的意思，也有同一性。那中国大陆还翻成同一性啊。那有时候是讲同一性，有时候是讲这个身份啊。所以这个我到现在为止也没想出一个什么同分性啊，什么或生一性啊、生同性这样子的两二者合一的用法，我到现在还没有。所以用了一个同一性啊，是比较跟身份啊，好像在这个脉络下是比较有关系。还有机体跟你的认同的问题啊 ，identity 有认同的问题。那认同我们有时候在中文是个过程，有时候是个结果啊。这个后来当然这个 identity 这个字已经用到心理学以外，像政治认同啊，就用了很多，很多人用到政治认同，还有讲到性别的认同啊，这个大家在生活上民族的认同这种认同 identity 的问题啊，然后最后才谈到知识社会学跟社会学理论的问题啊。其实大部分的知识社会学啊，
的书谈的都是理论的东西啊，就是我们这堂课的组成的部分大概是这样。那如果要开一门知识社会学的这个历史面或者知识社会学的生活面，那真的还需要把很多不同的资料组合在一起啊。我希望同学在这个课程里面的读书心得，就是希望你读的是跟生活有关的，而不是跟理论有关的。你怎么样把学校或者我这里教你的事情用到你的阅读上，这时候能看出你的学习的效果啊。不然大部分同学因为写的时候都还没学到很多，所以有时候这种要求其实是做不到的啊。好，那这个他的前辈啊，这个也是我们从 Schultz 讲到社会世界有所谓的前辈的世界、同辈的世界跟晚辈或后辈的世界。那 Schultz 是最明显的，他受影响就是他日常生活尝试世界的结构啊。我们上次讲到 Schultz 后，你可以好好再去看一下啊，他的日常生活的那几个设准啊，日常生活的了解跟科学的了解有时候差别不大。我们有时候在日常生活不能了解某些事情，就是因为根据那个设准啊，这个可能没有一致性，可能没有适切性，所以就不知道这个东西跟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你一旦抓到了这个，你就可以有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啊，第二是马克思啊，马克思的早期著作，特别是所谓的异化的著作啊，有关异化的研究，这个、我们也讲过。还有辩证法的问题，辩证法其实不是马克思的专长，大部分都讲是黑格尔啊，那大部分也都把它讲得很简单，就是有一个正题，有一个反题，然后最后一个综合命题这样的啊，这个说法有时候好像又过度简单了些啊。好像在 Schultz 的不在这个Berger 跟 Lukman 的书好像没有出现过，我没有注意到有这样的事情。另外一个叫做哲学人类学家啊，德国叫 Helmut Plessner 啊，这个人的中文英文著作非常的少啊，英译著作非常少。那因为这两个作者都会读德文，所以主要是看德文的。就算他们出版了以后，这两个人的这个 Plessner 的英文著作还是很少。啊，他的专长叫人类生物学，这个在英语世界是一个很陌生的概念啊。这个呢，大概在英语世界可以说的话，就叫哲学人类学，或者呢，后来中国大陆的一些人把这种东西叫做人学啊。那这个就可能比较容易了解，说强调的是研究人作为一个生物，还作为一个伦理的动物的一个情况啊，就把人作为一个研究的对象。但一般社会学现在西方的社会科学里面，人作为研究的对象那实在有太多了啊。譬如说文化人类学啊，譬如我们社会学，譬如心理学啊，甚至譬如医学啊，都可以作为人类的对象啊。那这个是比较从哲学方面啊去讨论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动物或什么样的东西这样的啊。所以这个 Plessner 跟 Arnold Gallen 啊，都在德国很有名，可是出了德语世界，大部分人都不知道他们是谁，因为著作翻得太少啊。所以这本书的就算是一大贡献，就是至少把这两个人的一些想法引进到西方的这个社会科学里面来啊。但是因为后继者太少啊，没有人翻译他们的书。中文的好像也没有什么人注意他的书，所以我们也只能透过这本书稍微认识一二这样。另外是社会学里面啊，古典社会学里面的涂尔干啊，这我们上节讲，他讲到社会现实的性质啊，还讲到 Max Weber， 这我们也讲了，还讲到 Schulze Mead 啊，这我们也讲了。所以我的讲课是有前后连贯性的啊，你懂了前面的，你才知道后面在讲什么。那另外一面呢，是你懂了前面的，你可能才能更清楚知道后面的人有没有讲错。因为每个人去读涂尔干、读韦伯、读米德，都会有不同的侧重点啊。那如果我们就跟着这个人啊，后面这个人说他觉得韦伯是怎么样，涂尔干怎么样，米德怎么样，那我们就是跟着被他牵着鼻子走啊。如果我们自己看了，然后可能可以看到一些他没看到的东西，那我们就有可能啊。比这个我们现在读的作者就可能更进一步啊。我觉得读书有时候就是这样，就是看本事，而不是说啊我就跟着一个人走啊。尤其西方人啊，我们的学问基本上舶来品学问，好像所以西方人的老师就变成我们的新的圣人啊，这个是一个
不应该有的态度啊，他可以指引我们，可以当导览，可以当导游，但是真正的成就，我们还是应该站在他们肩膀上往前走。而且这在现在，翻译那么多或者语言能力强的话，这其实是可以做得到的啊。别忘，这是一本1966年的书，离现在已经50年了吧啊。所以如果这50年来我们都还没进步，那真的是谁的问题啊？好，另外呢，它这有几个基本的定义。什么叫 reality？ reality 就独立于我们自己意志之外的所有的东西。所以在这里，它这个 reality 显然不是靠着人的意志的去建构的，而是独立于我们意志之外，不随我们意志而转移的一个东西啊。那社会学里面常常就是有对于这个主要研究对象的界定，像知识社会学就会强调他的研究，像他们就强调他们是一个 reality。那虽然叫社会学，有的人就不会，社会学里面很少人说自己是研究社会的啊。有人对自己的研究对象就会讲到，像有这叫现象学派的人就会说他研究是 social world 社会世界啊，像这个 Schultz。那研究把社会看成系统的就会说啊，我们研究的是 social systems 啊，我们不是研究社不 society 啊。那研究这个像 George C. Holmans 所谓的交换理论的这一位，他就说他研究是 group 具体的团体啊，那他不会研究别的啊。其他的也类似啊，马克思主义者一定说他研究的现在比较红叫做社会形构的问题，他也不会说他研究的是社会，他也不会说他研究的是社会系统。所以你光看这个人在用他所谓的社会这个字，他用哪一个字来替代我们一般人所了解的社会这个字的时候，你大概就知道他的立场。所以 Berger 他们的就是我们所谓的社会，他就是他所谓的现实的问题啊。那中文翻把 reality 翻成现实，有时候有一些不得已的地方，因为我们现实中文字里面还有骂人的话啊，你这个人太现实了啊，就好像那这个又跟这个没有太大关系啊。那所谓的知识呢啊，就是就对现象为真啊，以及他们具有特征的确定。所以基本上知识社会学是研究当事人认为是真的东西，至于它是否是真啊，这个是社会学大概不太进一步去讨论的问题啊。这个也就是所谓的 Thomas Theorem， 我的老师 Merton 把它认为就是汤马斯定理啊。汤马斯定理就认为说啊，汤马斯讲过这样的话，但是说是汤马斯定理是 Merton 用的话。所以如果我们假定一件事情有是真的啊，那这个事情就具有真的效果啊。我每次都举例，如果有人告诉你一个房间是鬼屋啊，那你也真心相信有鬼屋这件事情，那你晚上甚至白天你都不想进那屋子，但晚上进那屋子，那你就觉得全身毛毛的。但如果告诉你那就是一间房子哈，这个废墟，你进去还不可能还不会觉得这样啊。所以这就是你一旦接受了什么事情以后啊，那个整个事情对你整个人身体跟思想啊，跟你的心灵的影响啊。那接下来呢，就讲到知识社会学处理的哈，不只是人类社会中不同的知识内容的问题啊。有些前辈就注意到，那就是不同知识内容。如果你看 Karl Mannheim， 看 Max Scheler 啊，他说这还要处理知识体系被社会建构为啊，这个为这个 as。现实的过程，所以社会呢，基本上是被建构成为社会，不是 is 跟 as 是差别。is 呢就是等同的 ，as 就本来不是的，你把它当成是，就当成什么样的东西啊？所以这个一个知识体系怎么样被建成是一个 reality 啊？那有的知识是，有的知识不是啊？这个对于这个所谓客观世界是否存在的问题，在哲学界有一些讨论的啊。所以呢，有些人宣称没有客观知识这回事，所有的知识都叫做知识宣称 ，knowledge-claim， 啊，知识主张或知识宣称。所以在有一个时间啊，你读了某些人的作品，他说你所谓的知识不是，只是你宣称它是知识，知识 knowledge 是一个简称，其实那是 knowledge claim， 你宣称它的知识，我还不一定承认你这是知识呢。啊，所以有一阵子我们在读书的时候就觉得，哈，为什么要出现一个 knowledge claim 这样子，就表示这个人的哲学态度对于知识的这个界定可能跟你是不一样，你可能已经接受这是一个你承认的一个现实，你所愿意去认可它的，那他可能还觉得这是一个怀疑的东西啊。
那他说知识社会学呢是关心的是对于现实的社会建构的分析，那这个已经没什么好讲，那书名就已经讲出来了啊。他 Sociology is concerned with the analysis of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啊，所以他觉得这个现实都是靠着这个 social 来 constructed， 所谓的社会建构的问题，这个社会其实就是靠着人际互动，英文的 social 哈，有的时候有中文的这种很高很多人聚集而成的一个抽象的社会的意思啊，但有时候呢就是很具体的人跟人之间互动所产生的这个 social 的意思，这个 social 有时候是 interpersonal 的意思啊。那英文里面也有一个字是所谓的我们所谓的社会的啊，比较高层次，那就叫 societal， 就 society 那 y 去掉变成 al， 这也是非常罕见的字啊。这个大概我一辈子也没看过这个字几次啊，这非常罕见的字，这个大概算是 GRE 智慧啊，而且这个用这个字的社会学家非常非常的少啊。但大家都讲 social system， 很少人讲 societal system。照道理哈，你应该用 societal， 因为 social 这字含着 societal 的意思，也含着 interpersonal 的意思，所以它的含义比较广。你如果用了 societal， 那是绝对不是 interpersonal， 绝对不是在人际层次这里，绝对是一个更高的、更抽象、更宏观的一个层次啊。所以偶尔你会看到有些人是强调 societal 啊，这是一个罕见的字啊。就算一般老外哈，他知道这个字看起来美国老外了，我所谓的老外啊，不是像谁这样的老外啊，有时候我们讲老外，有时候很容易好把所有人都跟美国等同，其实美国人是跟其他全世界人都不一样，所以这个等同是很可怕的啊，等同是非常可怕的啊。好，那当然有时候是习惯问题啊，所以我很少讨论中西的差别这种啊，我觉得这随便朋友随便聊天可以啊，要做学术研究，中就已经不是一个了。啊，在概念上面那么大的地方，大家的不同的习惯啊，文化中间还有次文化，那西更不是一个啦，啊，如果只有美国同学，我们当然美国人也觉得他们就是世界，所以好像就觉得美国以外就是世界，其他人都是世界，啊，那当然不是这样啊，我们只有多一点非美国人在一块儿啊，才能了解啊，我们其实差别没有我们跟美国人那么大啊，美国人是跟全世界人都有差别，所以。后来有些美国人很识相啊，叫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啊，美国是个例外，哈，美国真是个例外啊。好，那社会知识学关心是任社会中任何被当成知识的东西。什么是知识？你可能认为，哎，那不是知识，但是被当成知识，这个知识社会学就研究。举例来讲，我们在社会在学术界啊，现在全世界大概没很少例外，就是占星术绝对不是大学的学科，啊，血型学一定也不是。啊，你不能说我到台大来，我要念血型系啊！啊，我到台大医学院啊，或到台大医学院，怎么没有血型系呢？血型很重要啊，那四种啊，影响很多人的生平啊，然后每一年都有什么血型的书出来啊！啊，日本学者对于这个特别的头痛，因为日本人非常相信血型，我们台湾大概次于日本，对于血型有这种奇怪的迷恋啊，用血型来解释我们的日常生活啊。那占星术也是啊，啊。我曾经听过有一个台湾早期的有一个人啊，现在已经不在。他说他是西班牙查多大大学的占星学系的学生。我说那个西班牙的大学大概不是一个什么？他那占星术已经有几百年历史，对啊，那甲骨文有几千年历史啊。啊，我觉得这怎么能讲那个呢？啊，说大家都在学占星学在欧洲，我说对啊，可是大部分大学都没有啊。我们开玩笑说，我们台大排行第100以外嘛，100以内大学有几个大学有占星术啊？对不对啊？那100以外也没有占星术啊！啊，难道台大成立一个占星术系吗？那摆哪呢？啊，摆天文学啊，天文在物理之下啊，摆哪呢？占星术啊，摆文学啊，摆社科院、文学院啊，还是在校长之下？反正现在没校长啊，有个占星术，好像每天帮大家同学占卜一下，今天文学院的运势是什么啊？今天社科院运势是什么？最好还能把孙老师也那个啊，每个老师有个别定制啊。孙老师，你今天的运势是什么？你往东北方向走，别往西北方向走。你今天应该穿蓝色的，不应该穿绿色的啊。该怎么样，该怎么样，把我们都好好规划一下。然后博士生也是一样，对吧？博士生都应该穿什么颜色才能提早毕业啊？然后博士生如果要进入战区啊，本校会跟瑞典的学校一样啊，会派佣兵去拯救你啊。这是本校可以对
这个博士生所做的写完论文第一啊，你没写完论文连死的资格都没有啊，这是网上有人这么说的啊。我一直觉得这个新闻最近真的是引起很大的关怀，我跟我太太已经根据这个故事已经编了好几部电影了啊，我们连那个主演的人是谁我们都已经决定好了啊。我的一个最新的版本是这个学生跟这个学校其实是跟 CIA 签约的啊，所以那其实是一个谍报故事啊，不像外面所传的是这么的一个什么老师拯救呢，因为他负责去收集那个对方的情报，然后他学的是医药，所以他其实想散布一个什么东西，或者要一个解药，能够把那个恐怖分子的那个毒化学武器给他给 neutralize 啊，就没想到这个事情爆发啊，所以那个 CIA 透过这个瑞典的学校，然后把他给救出来。所以这是我的故事版本，我觉得这样比较，我觉得可以演这个学生的，可以麦特戴蒙可以主演啊，然后那个女老师呢，可以请那个像朱莉安摩尔啊或者这个那叫什么名字的，还有几个那个女星都可以演啊，那个海伦米勒也可以演啊。好，这是那当然是我的遐想啊，所以什么可以被当成知识啊？我们有些事情日常生活里面很多人当成知识，我们念在学校教授人是非常不屑的啊，什么神隐什么什么什么通灵少女哪有这种事，我想物理学界的老师啊大概 99.9% 都不会同意有这种事，没有那种空间，什么那种空间有那种灵的东西，别闹了这样哈，这精神科医师大家都认为这就是心理的问题啊，绝对不是有另外一个世界的问题啊，所以像这个，但是知识社会学呢，如果真有这样的人就会研究这个东西，知识社会学老师不是说我觉得有那种，而是说有人把它当成知识了，这就是我们研究的范围，所以知识社会学家啊或者社会学家研究知识社会学有时候很不讨好啊，觉得你们这人不科学吗，你研究了干什么啊，以前这个科学社会学我还在这一行的时候啊，科学社会学里面有一群人喜欢研究飞碟，相信飞碟的这些人啊，这 UFO 的这个科学家觉得无聊啊，你们干嘛去追寻那群无聊的，哎，可是那些无聊真正相信有飞碟这事情，而且把自己的一生 devoted 的奉献在追求这个事情上面，那当然有的人不是真心相信的，只在那卖一些纪念品什么之类的啊，或拍拍电影，有的人是真心相信有飞碟的事情，那他为什么那么真心的相信有飞碟这个事情，那他的知识基础跟一般不相信的人有没有很大的差别啊，这样有人就会注意这个问题。还有这个parapsychology 啊，有没有那种什么特异能力可以把汤匙弄弯啊什么之类的啊，像后来的美国的影片的那个 X 档案啊X-Files 啊都是这种稀奇古怪的事情。那科学家当然不太研究这种稀奇古怪的事情，但社会科学家或社会学家就会对这很有兴趣啊，就为什么这些东西会被排斥啊，有社会学研究 rejected knowledge， 为什么有些知识在社会上是不被接受或者不被这个正式的学术团体学术机构所接受啊，我觉得我的爱情社会学某种程度在刚开始的时候也是被嘲笑到，我也不是我要不是这种很白目的人我大概就垮了这样啊，这你是干嘛呢，你为什么不研究什么经济社会学政治社会学，大家都知道那是什么的东西，你为什么研究爱情，我说爱情是更是大家所知道的，特别是一般老百姓都知道，可能我们社会学家不知道而已啊，啊，我们社会学家生活可能比较枯燥一点啊，没有爱情的滋润啊，等等的啊，所以总而言之，知识学要关心任何可以被当成知识的事情啊，而且其实不只是被当成知识而已，而且是真正他们很重要 ，devoted 在这种事情上面，我觉得应该有这样的意思啊。那客观的尸体，他认为这是涂尔干的这个观念啊，这是搞哲学的人最讨厌的地方 ，fact 本来就已经是一个名词了。他一定要把这个名词再抽象化，叫 facticity， 啊，那除了事实，有时候你只好把它翻成事实体，有一个好像在外头存在的一个东西啊。如果你这个英文不太好，你可能翻成事实城市，因为这里有一个 city， 啊，你说啊，这是一个事实城市啊，啊，那你就可以自己做文章了啊。你相信这是一个事，所以他们大部分都认为涂尔干是相信一个外在世界的啊，而且。因为涂尔干说过，社会是一个自成一体的一种 reality， 啊，这个reality sui generis 有一个用了一个拉丁文啊，我拉丁文不行啊，所以那样子念也还不如你去看那个字啊。
然后他强调主观意义又是韦伯的观念啊，我觉得这都是过度简化前面两个人的想法啊，所以他认为既然这两个人刚好就掌握了社会有他客观的一面，也有他主观的一面。Berger 跟他的太太啊写过一本社会学的导论的书，其中呢在那本书我非常喜欢啊，他那个没有翻译，很可惜，那是从现象学的立场来研究社会学啊，我觉得写得很日常生活啊，虽然举的例子不多啊，他里面就有一章叫做 Society in us， 在我们心中的社会跟 Society out of us，社会有在内跟在外的，就是主要就跟这个他在这里表现的想法是一样的啊。那主观意义呢会客体化，这客体化呢很像马克思主义者所讲的啊，但他用的英文是 objectivation， 而不是 objectification 啊。客体化，尤其我们讲到卢卡奇啊，这物化啊，或者把东西当成客体，会 objectification， 就 objectify 啊，把它变成名词化。那这个它不是，它是 objectification 啊，那用的法不一样，就构成了相互主观的尝试世界。我们在讲到 Schultz 的时候，有特别提到什么叫相互主观。在 Schultz 来看，相互主观就是我的意思，你能够了解，那我们达到了一个共识，那就有所谓的相互主观性。啊，就是我们用的是一个彼此都能了解的一种意涵，所以主观意义的客体化，那这个主观意义不是主观意义而已，我讲的东西是主观意义，但是你能够完全的了解，那就是主观意义客体化，就是我们又具有相互了解的这个能力。日常生活要是没有这个，那就一天到晚打架了，因为我不知道你在讲什么，你不知道我在讲什么，啊，那常常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世界很无情。是因为我们找不到听得懂我们讲话的人，啊，我们讲的话有时候会被误解，啊，所以常常要找一个这个懂自己的人。所以在这 inter 啊，强调 inter subjective common sense world， 日常生活世界其实大部分人都知道的，学者不去研究，每个人都知道。你去研究问他为什么，他反而会不知道啊，这叫百姓日用而不知啊，中国古话说的。然后现在的这个英文就说叫 take it for grantedness。你把它习以为常，你当然都应该知道。我还问什么啊？你到菜市场买菜，你说这个水果怎么卖？他说50块，50块不是一颗，不是一粒，通常是一斤。当然有时候有些做生意人就搞鬼了，其实半斤50块，他跟你讲50块，然后你就买了。他说哦100块，你不是说50块吗？我说半斤啊，就有时候有这种争执啊。当然诚实的生意人不会这样的啊，那如果不诚实，这样就会让人家很坏的印象。所以大部分年轻人喜欢去超市买菜，因为超市写得很清楚，一颗多少钱，什么多少钱都打得清清楚楚，我不用觉得我在这里还要浪费时间跟你我出得起我就买，对吧？出不起我就不买啊。所以那个年轻人很少人到菜市场你都要用问的。啊，现在菜市场当然也有3颗100，2颗多少这样的哈，3颗100，那一颗到底是多少？啊，理论上一颗应该33块多，对不对？如果他说3颗100，1颗35，那你也会接受，因为3颗是那个的，对不对？啊，总不能说1颗33，然后3颗100，1颗33，那我买3颗不是99吗？你怎么收我100呢？懂吗？如果他写说1颗33，然后1颗33，然后3颗100，你看你会有什么反应？我就一直很好奇，那个1颗35，3颗100，你觉得你赚到啊？1颗33，然后3颗100，你觉得你亏了？啊，我一直想，如果有机会要做一个实验，看看觉得亏的人到底觉得亏在哪里？那他用什么理由？我如果两样东西是一样的，啊，譬如说两家店。然后会不会1颗33，3颗100就没人买，然后1颗35，然后3颗100就有人买？啊，其实一样的东西啊。好，以前我父亲告诉我说，开店都要开两家，一家卖贵一点，然后自然另外一家就有人买，大家就跑那家买，以后你这家东西就在后面就补货给他就好了，因为这样的话都是你的店嘛。然后让这个呢，你从社会来讲，就相对剥夺感，或者反过来的意思，就相对你赚到感这样。啊，你觉得我赚到了，对，我买多，反正还可以摆着用啊，我就赚到了。我觉得现在那种批发一次叫你买那么多，像到好事多，你就觉得你赚到了，你才买那么多，你其实用不上的。啊，当然这可以提倡共享经济了。像我以前还有卡的时候，我常常买那个 muffins，
跟我们家人少了，我 muffins 吃不完呢，我就每天吃也吃不完呢，啊，后来知道会很胖，那干脆就不买了，啊，那你说每一颗你为什么不卖我一颗那么的，我薄利多销啊，那对他比较有好处啊，这是生意的问题，这不是健康的问题，所以要买了你就要跟朋友分享，但是刚开始你就觉得哎送你吃了，我买来给你分就很不好意思，但是你碰到比较上道的朋友，当然就是说哎呀你就不要送我了啦啊，你下次买我们就两个人出钱这样啊，然后三个人出钱，那就是上道的朋友啊，不上道的朋友说哎这很好吃耶，下次你买的时候再送给我啊，这非常不上道的朋友啊，那他穷一点无所谓了啊，不穷的话那就占便宜就不会是朋友了。不同的对象啊，对意识而言构成了不同的现实领域，这个领域它叫 sphere of reality， 在 Schultz 讲叫 finite provinces of meaning， 啊，意义领域。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这大家要用自己，因为它强调 reality， 所以它一定要用 reality， spheres of reality， 然后这个 reality 有不同的 spheres， 啊，不同的领域这样的啊。然后说，所以呢，从一个现实转换到另外现实会经历一些 shock。啊，譬如说各位都知道今天来是上课，如果有一天今天你进来你发现坐在这边不是我是另外一个人，然后呢还有好多人在后面啊，然后好像是在拍电影，你大家就会很 shock， 不是这一间吗？不是今天吗？啊，不是应该孙老师吗？怎么孙老师不在啊？找了一个不是孙老师的人啊，可是好像设备又是一样啊，是不是在拍孙老师纪录片啊，还是怎么样，还是在拍一个片子，孙老师今天请假还是怎么样，你就有一个 shock， 你忽然间对自己所处的状况跟以前不一样啊，就是一个现实到另外一个现实的那个状况啊，也可能今天来了你发现呢我穿的特别不一样，然后我还化妆了啊，然后呢还是挤了一堆人，那你想啊这个大爷在拍电影啊，如果在旁边还有人说啊拍电影中请小声啊，你就更确定在拍电影，对不对？你也会有点 shock， 什么时候孙老师没说他拍电影啊啊，我们这个摆一个录影在这里，你就不觉得这是拍电影啊？啊，你就这就录一堂课啊？啊，如果在别的啊，他会教你什么，包括镜头要看哪里啊，然后走台步要怎么样？我们这个是固定镜头啊，所以这个问题比较小。好，所以这是从一个现实转换到另外一个现实，会经历一个 shock 啊。你跟你的朋友约好要吃饭啊，然后到时候他没出现，这也是哎奇怪啊，他都会出来出现，怎么会没出现呢？啊？然后你就不知道他在发生什么事情，啊，你希望他很平安，打电话给他都没接，啊，这很多电影的一开始或者在最关键时刻就是这种镜头，啊，那他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不仅你急啊，所有看电影的人都急啊，啊，然后最后你收到一个简讯，说我已经跑到巴厘岛去跟人家结婚去了，啊，对不起，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告诉你啊，我想这是一个最好的方式，啊。我不期望得到你的祝福啊，但是如果将来你结婚了，我会祝福你啊，你就跑了啊。这故事是非常好的开头啊，然后故事就开始一个奇怪的故事，这也是一个 shock， 本来不是要约着吃饭吗？你有一个期待啊啊，所以这个 shock 经常在文化里面会出现，你到别的文化里面经常有这种 shock 的情况啊，或者一个事情不如你的预期也会，还有。在多重现实中啊，就现实，我们一直天啊，有时候是一个梦，睡觉的一个 reality， 有时候是做梦的，有时候是日常生活清醒的工作的，那有时候是白日梦的，有时候又是脑中幻想别的事情或者别的事情就牵制着你。多重现实中，日常生活的现实是最主要现实，叫 reality by excellence。by excellence 这个字呢，原来是法文，就是最重要的，最 excellence 啊。可这是法文，所以这个法文字在英文出现的时候，通常都要写体字，或外文字出现的时候啊。所以 reality by excellence 在Schultz 里面，他就讲那个叫 paramount reality。paramount 这字大家变成电影公司叫派拉蒙啊，就最主要的啊，这个现实。那他就没有用 paramount 啊，就叫 reality by excellence 啊。然后呢，会意识紧张啊 ，tension of consciousness 最那个的意识紧张，就你过马路的时候，忽然间有个车从你前面经过，吓你一跳。你忽然间这样，尤其你有时候走路不心不在焉的时候啊，有人从后面拍你一下肩膀，你也会这都是从日常生活最主要的来看，就意识的紧张。当然，你到了一个陌生地方，下了飞机，该接你的人没来接，或者该接你的人你就开始看谁来接你，啊，那个都是意识会紧张的时候。你坐在飞机上基本上不会怎么紧张的。啊，除非飞机咚咚咚咚咚，你觉得是要干嘛的啊？
所以常常有这种意识点，到一个新的地方也是一样，在日常生活中是最高的啊。所以这个是我们一般日常生活其实都不花，都不太花意识的啊，因为真的花意识，你整个人的有机体要动起来是很辛苦的事情，很累的事情啊。所以我们大概日常生活里面其实很多时间是处于类似休眠状态，你走路回家，走路到学校，在学校来干嘛，其实都不太花脑筋的啊。又第一次花很大脑筋，哎呀要怎么走啊，那第一次以后基本上你都不知道怎么走到这里的啊。所以这个是日常生活，所以意识形状是一个最主要现实啊。所以这个是你如果认真真正想自己的事情，你第一年到一个地方，就前几个月是非常难熬的，因为每件事情都新的，等后来开始变成 routinized 都例行化以后，那这事情就很简单。我一直记得我刚到纽约的第一天，每一件事情都很奇特。第一个坐地铁，台湾那时候没有地铁，我觉得这不就是搭火车吗？我就把地铁跟火车这两件事情啊，为什么叫地铁？只是它在地下走而已啊，啊不冒烟呢 啊我就想这个。然后还有第一场雪，下雪的时候呢，因为对我来讲第一场雪，所以我非常兴奋啊。第二年我看到那种看到第一场雪的那种，就唉新人这样啊。下雪我就看到人家打伞，我就很讶异，我就伞是跟下雨有关，而不是跟下雪有关，因为我没有，我成长经验没有下雪这个概念，更没有下雪要打伞这个概念啊。那下雪就下雪啊，你就穿着羽绒衣，就那时候羽绒衣比现在要粗壮很多了啊，现在羽绒衣实在是太轻薄了啊。所以刚开始看人家下雪打伞也觉得很奇怪，你干嘛打伞呢？然后呢我在纽约基本上没看过人穿雨衣啊，现在 Seven 那么方便，雨衣在里面没有看过人家穿雨衣啊，也没看过人家穿雨鞋啊。所以这个是那个时候了啊，当然我那时候生活圈也很有限啊，所以后来慢慢这个事情，我在纽约做了六年，但在第二年以后，很多事情对我来讲就完全不会在我的记忆里面，我做过了，但我就忘不掉，因为你从来不去花心思在那个事情上面啊，所以这个你可以跟自己很多经验会 relay 上面。所以为什么我们刚开始交朋友，第一场约会，第一印象很重要，我们会很紧张，意识的紧张。然后等到后来你就被抱怨，你都不用心啊，大家说你都不上心这样啊，那还要上心干嘛呢？对不对？我跟你交往那么稳定，就是造成我可以用来应付别的事情，要每件事情我都也那么花心思，我大概的人生活到中午就已经活不下去，就已经累到不行了啊。所以我们就是要留着这个精力来处理更多奇怪的事情啊。好，那多重现实，接下来日常生活的现实借由我的身体啊，在此地跟我存在的此时建构而成的啊。这就有一个拉丁文叫做 nunc et 什么东西啊，我先忘了，就英文翻成 here and now 啊，就此时此地啊。那你如果用佛家说法就当下，就是什么文化里面都有这个概念，就此时此地啊，当下啊， here and now 啊。那这个是建构而成，那这个词是一定有一个你嘛，这就有点笛卡尔的说法，没有你那在这是谁啊，剧中人啊，是你难道是他的阿凡达吗？那个人是在另外一个地方，你是他的 avatar， 然后这其实你那个人不是你啊。这个日本啊，我最近看新闻，日本呢就发明了一个机器人，但这机器人呢是由一些残障人士在别的县市操控的。因为残障人士的就业问题，他们让残障人就业，但希望他不要大老远的跑到餐厅去移动，所以他们发明一个机器人，这个机器人由他操控，但机器人眼睛就是那个人的这个 monitor 荧幕可以看到，所以他呢就透过那个点餐，然后他可以要问说先生请问哦，先生或小姐请问你要点什么餐，怎么那好，那就这样吗？要汤吗？不要。好，那我现在复述一遍，什么什么什么。那个其实都有一个残障人士在那个后面，所以呢，他的 here 跟他是 here， 他不是在 here， 但绝对是 now， 啊，是同时的 real time 的同时的啊。所以这个日常生活的现实，他讲的是这个。可是现在已经可以有一个不是 here， 但是 now 的一个情况，时跟空可以。现在的互动可以是可以分离的，在手机发明以后更是这样啊，所以这是一个传统的世界，现代世界真的是某种程度一个前人所想象不到的世界啊。那日常生活的现实是相互主观的啊，
是我跟别人共享的世界，这基本上大家都知道啊。这个也是现象学、社会学也提到这个啊。提到这个不表示他们的发现，而是说从别人的发现，他可以把它归纳为成一个像定理这样的。然后让生活中的现实是不成问题的部分跟有问题的部分，不成问题部分就是例行化的部分啊。然后让生活的现实或者尝试提供了一些现成的方法，这个现成的方法就是Schultz 所说的 knowledge at hand。你手边啊出了什么事情可以怎么用啊？你比如说，哎，有一个人跌伤了啊，手的那个哪里皮肤破了，你刚好有这个 OK 绷啊，大陆叫创可贴啊，英文叫 Band-Aid 啊，都是用一个牌子来说，台湾叫 OK 绷的，你就可以贴上去，然后就解决了啊。你假如在别的文化，可能我有一次碰到弄破了，他说：“宋老师，我从日本买了一个东西啊，像塑胶，像那个叫什么胶水一样，对不对？”啊，他先把我清干净以后，然后就把我这样涂上去，然后没有 OK 绷，就像一层膜，就把我那说这样细菌就不会进去，而且它基本上还有杀菌的效果。所以我第一次没有贴 OK 绷，就贴这种东西，就抹这个东西，啊，蛮有意思。嗯，我刚才还觉得说这样就好了吗？啊，那样就好了啊。所以这也是一个，可台湾好像有卖吗？也有，日药妆店啊。我觉得那真的是一个。日本人发明了很多我觉得相当有趣而且真的很重要的东西啊。好，所以那个就对日常有问题的部分啊，现成的方法啊，所以有时候你不知道那个方法是什么，那每个文化有应付这种方法的方法啊。你如果到一个高山去得了高山症啊，当然平地人会说，哎，你要高山症你就带氧气，你缺氧，可是住在山上的人，他就有一种方法让你可以免除高山症，用吃一点什么草药啊，或其他的方法。当然那是轻微的啊，重的话大概就给你准备好一口棺材啊，那是最快的啊。啊，接下来呢，最主要的现实跟其他现实正关系，最主要的现实从四面八方包围着其他现实，意识会回到最主要的现实，啊，这个当然都是假定是一个正常人了啊。那有些生病的人啊，现在叫什么什么失调？思跟觉失调，这很难念的，这不是欺负那种卷舌音的人吗？思觉失调症的人啊，他的就是他的思想跟他的感觉是不太连贯，跟我们一般的情况之下啊，那就会是个问题。好，那他人啊，就是 the others 啊，在日常生活中面对面互动的重要性啊，我们有时候就算没有一个真的他人，也有一个假想的他人。啊，这个是日常生活很有意思的地方。所以在 media 有讲到 significant others， 那些很重要的具体存在你周围的一些亲人朋友啊，叫 significant others 啊。我刚到美国念书啊，我们第一次这个 party 啊，同学发起一个 party， 美国同学，然后就想说欢迎你来啊，带着啤酒或者带着白酒或啤酒啊，还有 your significant others。你可以带你的重要关系人来，那不管是你的女朋友啦，你的室友啦 ，whoever， 甚至 whatever， 啊，听说有人带着自己的蛇去，我想如果是我，就是说千万不要带 reptile 啊，那两栖类不要这样啊，冷血动物请不要带来啊，不过也没有了啊，就只是大家在讲的时候说，为什么现在用 significant？ 第一个说我们是社会系的人。所以要有一点社会系的特色，这样啊，不要说欢迎带朋友来，这一听就是一般人啊。我们社会系的人要讲话不一样。那 significant other 之外，还有一叫 generalized other 啊，就是说一般性的，没有特指谁，那个就是一般所谓社会道德或什么的代表，这样啊，不要讲啦，人家会说话啦，啊，不要乱丢垃圾啦，你怎么可以在这里小便呢？啊，憋一下嘛，哦，像这样，像台大有很多很多角落啊，其实都很适合小便的，哈。譬如狗就会知道在哪里小便啊，那不然有的尤其像有些小朋友，大人其实带小朋友出去很困扰，你叫小孩子要憋尿，这可能性不高的，他要小便了，那你要让他尿裤子吗？你当然就想办法就就地解决了，反正小朋友嘛，被看到也无所谓嘛，啊，所以我们大部分人也不会特别去看小朋友的什么小便嘛，对吧？说哎呀，真的是啊，太美了啊，像这个比利时的尿尿小童啊。人家觉得你有问题，你这个人啊，这个大人啊，人家不会觉得小孩子尿尿是有问题，他本来就该尿尿，只是他该在哪里尿尿。所以有时候我看有些家长带小朋友出门，真的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事情啊。这也是为什么有一次报纸上登
在101的鼎泰丰啊，有一个传说是有个地方来的妈妈，我就不要讲哪里了哈、啊。这个当初的大新闻之一就是那个，说他的妈妈呢就让那小孩站在桌上，然后尿在杯子里面这样。啊，这个有照片的啊，我也很好奇，说那个人怎么拍得到照片啊？我每次常常觉得说路上有个什么事情，我想拍照的时候，等我手机拿出来的时候，那个事情都已经过了。那人是怎样？他刚好就拍到吗？还是那小孩子尿那么久呢？啊，总而言之啊，拍到啊，那照片就引起轩然大波。当然，那个饭店也有解，那个鼎泰丰也有解释啊，是怎么一回事啊？这样啊，我觉得对啦，但是那当然都不是很好看的事情嘛啊，但是你要他尿在路上。桌上，啊，他小孩他也来不及跑到那个厕所了，对吧？啊，小孩子有时候是要尿了才说的啊，所以呢，我觉得那妈妈已经用纸杯杯接着了，已经是非常不得已的文明措施了，对吧？你不到医院去验小便也给你一个小杯子吗？你觉得这有什么差别？那只是在厕所验呢、啊，因为大人控制得住啊，那小朋友控制不住啊，那你要怎样呢？哦。嗯，就是只要善后，不要让他弄得太难堪，不要尿在地上，对吧？那天我碰到一个人说，现在那故宫不能去啊。我说为什么故宫不能去？他故宫的走道上都尿骚味啊。我说哈，真的吗？我说我没认真去注意过。他说有的小朋友啊，就来不及尿啦，就来不及到那里，就在走道上就尿了。台北故宫哎，难怪要花3年时间修馆啊，是不是在旁边弄一个水沟啊什么的啊？奇怪啊。好，总而言之，就像他人在日常中互动很重要的啊，这个他人刚刚讲过，可以想象的他人，也可以是真实存在的啊。还有我透过所谓的分类架构 typificatory schemes， 这个在 Schultz 就叫 typification 类型化，我们将这个他人加以类型化，来了解他人并和他人互动。所以我那个后来 Goffman 在日常生活自我表演的第一句话就是说，我们人跟人互动就希望获得对方的消息。所以为什么在商业界常常你要印好名片，就基本上商业界人希望知道的讯息都在那张名片上，我口头上可以讲一遍，但我怕你记不住，我用一个名片提醒你。所以日本在这个就发挥到极致，日本人一定有名片的啊。我现在到大陆去啊，也都是人家都有名片啊。那我以前有学生帮我弄的名片，那些弄得太花俏了，我就不好意思带去这样啊。大家都很客气，说：“哎，宋老师，你不用名片，这样啊，啊，这次客气话，我觉得基本上，当然，因为我一个人面对很多人，那是，所以这个名片某种程度就是让你知道这些事情，你面对的对象是谁。当然，名片当然在商业界有用了，日常生活没有人这样子做啊，我觉得有点可惜，因为常常像我这个人，有时候记人家名字要记好久啊。”所以这个透过分类架构，所以我不记名字的时候，我就记说啊他是谁，他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认识他的，有时候是这样子记的啊。面对面互动的架构是相互的啊，所以你会对别人分类，别人的，所以有时候你第一眼看谁不顺眼，人家大概也看你不顺眼啊。那你看谁顺眼，哎，有时候他也觉得你，广东话说叫很有眼缘，眼睛的眼，眼睛看起来有缘分啊。我第一次听说，我说哈，很有眼缘，演戏的，他不是眼睛啊。另外同伴啦啊，他这里用的是 consociate 这个字，这也是非常非常非常罕见的字啊。这个虽然不复杂，但是我们通常讲 associate 啊， associate 就是我的同事啊，有时候在公司会这样介绍。同伴就面对面互动的对象叫 consociate 啊。这个 con 什么就是或者 co 啊，在这个 Goffman 的书里面叫 co-presence， 一起出现的人。在一个情境里面叫 co-presence， 所以这是 consociate 同伴啊，面对面互动的对象啊。有时候你发现跟这个字也没有被大家流行用起来啊，不是流行用语。那同辈呢 ，contemporary 就模糊印象或只有道听说。这个分类法呢，是跟我们上次讲到 Schultz 他所谓的可触及的社会什么的社会什么的世界是从那里发展而来的。Predecessor 跟 successor 就是他的社会世界的结构里面发展出来的概念啊，有前辈有晚辈，其实还有一个同辈，他没特别同辈，大概就是这个同伴又是同辈中间，因为他跟你面对互动啊，像各位有时候会说啊，那个是我高中同学啊，说你同班啊，不是同班，是我们是同届的啊，你认识他，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啊，像这个都是我们有的经验，还有。
他说除了我跟我的同伴以外，我跟其他人关系都有不同层次的匿名式的分类 anonymous typification 而发生的，啊，这个匿名式的分类啊，就我跟别人的关系啊，你不一定知道他是谁，但你知道他是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啊所认识的人啊，啊，这是都日常生活的啊。人类能够将自己的主观意义客体化，与他人共享同一个世界，啊，如果你永远一直是主观的，跟别人没办法沟通啊，那就是哲学上的唯我论啊 ，solipsism 那种想象的，其实好像我们在社会学里面发现不了这样的人啊，每一个人都会有某种程度跟其他人发生关系。那客体化啊，就他的 objectivation 啊，重要例子就是意义化，客体化就是那个东西是具有意义的 ，signification。Signification 跟 significance 都是名词啊，这个强调是意义，那 significance 强调是重要性啊，所以这个也是不太一样的地方。那可 signify 就是一个象征的意思啊，它也就是指人类的符号，所以客体化是有一种符号化，符号呢就主观意义的索引啊，譬如说最常见的就是国旗啊是个符号啊，电招牌是个符号啊，啊，各位在网络上的昵称是个符号啊。那符号所代表的是某种程度的意义啊，啊，有人是用号码呀，有人是，所以去意义化就是像当兵啊，就叫你号码，他不会叫你名字啊。在监牢里面的囚犯是不叫名字的，就是狱卒不叫你名字，他就不会给你发生感情啊。你如果在街上看那个流浪动物，你不要给他取名字就好了啊。你捡回家取了名字，你就完蛋了，你就有这个叫 emotional attachment 啊。我的狗就是这样来的啊！我的狗原来捡到的时候是我太太捡到，是要找别人领养的。他特别告诉我，你千万不要进到厕所啊！进到厕所千万不要看那个人，那个家伙啊，嗯，然后我都一切都违反了他的教诲。我一进了厕所，那家伙就这样看着我，然后一看他太可爱了啊，尾巴一直摇。我说那我就叫你微微狗好了。然后他就在我们家待了13年啊，好。啊，语言啊是声音符号的系统啊，语言在互动过程中产生，但是可以脱离互动的情境啊，这就讲到语言。所以很多社会学知识社会学或社会学都不讲语言是一件很荒谬的事情，因为人跟人互动基本上到目前为止靠语言或者靠 nonverbal communication， 所以这种你依赖的那么重要的工具竟然没有教没有学，那你所学到的东西是什么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工具，所以我的社会学里面有一章专门讲语文。啊，然后我的这个讲到知识社会学的时候，也会特别强调语言作用。我们上礼拜有讲到那个Sapir-Whorfian 啊，这个 hypothesis 就特别强调语言的重要性啊。它语言储存了大量的经验跟意义，可以这样传到后代啊。语言就像个 QR code 一样啊，所以古代的有些语言因为时代变迁，你必须经过一些解码的过程才能够还原。啊，像文言文跟现在的所谓流行的白话文之间，就是需要做一个转换，不然的话，有时候你很难直接去了解到文言文，啊，那外国的语言也是一样，古代的语言也需要经过转换，它语言可以超越此时此地，所以沟通了日常生活现实中的不可能的区域，将其整合成有意义的整体啊，这也就是为什么秦始皇的贡献在这里，秦始皇实在是一个暴君，还焚书坑儒了啊，但是呢，他车同文书同轨的结果。啊，让这个文化可以透过这个语言啊，能够或语文啊，文字啊，特别是文字能够传承下来啊，这是把那么大的一个地方的人能够某种程度结合，就是靠这个。那这个 social stock of knowledge 也是来自于 Schultz 的一个概念啊，就这是一群人所共享的一套知识。你是这地方人，你都知道；你不是这地方人，你就不知道啊。早先的时候啊，台湾还没有介绍这种欧洲的巧克力锅，叫 fondue。你念到了，你都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说这是火锅，你就想到中国人的火锅，啊，是这个，不是这个，你有 cheese， 有巧克力，源源不断传，啊，什么东西？啊，你现在你有了你就知道，啊，这你一看你就知道。可刚开始我第一次接触的时候啊，我那个我还问我的那时候的瑞典的朋友。啊，他现在好像在洛桑学院的社会系教书啊，Pareto 学院，不是洛桑学院 Pareto 的那个社会科学院好像是，啊，他就说 fondue， 然后讲的时候一副那种哦，多好吃多好吃，我想是麻辣锅是怎样啊，我就很难去想象那个啊，就是我跟他没有共享的这个知识，但现在当然有了啊，我有一次去吃自助餐，人家说那个就是什么巧克力锅什么的。
我觉得啊，有那么好吃吗？我就想到他那陶醉的那个样子啊，那真的是一方水土一方人啊。另外，食谱知识也是啊，我们很多日常生活中例行习惯的食用知识都是食谱知识，你知道怎么做，你不知道为什么啊。那当然，这个到了一个地方，可能像我们现在在台湾或在大陆，或者你在台北或在南部，有时候就有不同的食谱知识啊。啊，这事情该怎么做啊？比如说有什么高雄人什么左转法，是不是叫做啊？对，这是很不一样的哈。这个我没有认真看，所以我常常不知道为什么啊。只要有一次什么，他用高雄人左转法在台北，然后被车撞了这样啊。所以到底那个大高雄人都习以为常啊，所以他们的左转是那样，那我们是不是这样？我们在台北的不是这样。那这是一个食谱知识啊。还有这个什么卤肉饭。啊，跟肉燥饭到底有什么差别？啊，我的大概最近几年啊，我很少去南部哈、啊，所以有一次人家跟我说这是南部的米糕这样哈、啊，我就吃了米糕这样米糕，我说这不就是油饭？对，我这不就是油饭吗？啊，不一样，啊，这么不一样，这不就是油饭吗？啊，这不一样，我们做法不一样。那粽子也是啊，有人不是先煮先炒吗？那粽子也不一样，我们还不是叫粽子吗？难道叫它另外一个名字吗？奇怪了啊，反正就是不一样，但是叫 B 哥。我说为什么不叫油饭呢？对，然后你们就不一样，对，台南人就很骄傲的觉得你们那个油饭算什么？这么一哥哎，那多好吃，多好吃这样啊！我想不就糯米做的吗？我们那种年纪人都不好消化啊。所以这个食谱知识啊，是你两地都待过，你知道不一样。像我们这种只待过一地，我们常常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啊。到中国大陆去吃东西也是一样的。哎，这个东西台湾没有啊，这个东西台湾有啊，但叫什么名字这样啊？这个就有一些地方上的差异啊。另外呢，社会知识库呢将现实会依照熟悉的程度不同而加以分类，这也是从 Schultz 来的、啊。日常生活中经常要处理的，提供了复杂而详细的资讯。对于较遥远部分提供一般而含混的资讯，你常做的事情啊，譬如你天天到垃圾，你大概就知道啊，垃圾礼拜几收什么收什么啊。你要是这个事情不是你做的，你常常不知道今天收什么回收什么东西啊，这就是你跟你的生活的关系啊。像我们老师在学校常常借书啊，或常常看书，就知道我要的书大概在哪一类啊。你到第一次去图书馆，你会茫然不知所措啊。所以尤其在以前还没有电脑的时候啊。像我们要去找书啊，我以前图书馆很熟啊，啊，我们的图书馆是因为它的当初设计就没好好设计，所以呢，有些书有在二楼，有些书在四楼啊。同样，其实这都是因为当初在弄那书的时候没好好的，觉得已经盖五楼盖很多了，你知道吗？觉得书已经很多了，结果才盖好就已经不够用啊。那日常生活知识有理所当然特性，就是我刚刚讲习焉不察啦，这都每个地方就 taken for grantedness。而我们所拥有的日常生活知识跟我和他人都视为理所当然，除非用它不能解决问题的时候才会那样。哎，奇怪了，怎么今天不能这样呢？平常都可以啊。啊，就是所谓理所当然啊。比如说来上课这件事情啊。如果你来上课发现教室空无一人，然后你会先看表吧，是我来早了呢还是怎么样？然后如果这都没有人，那你就是大概要等个十几分钟嘛，好歹对不对？然后真的再没有人，你大概就跑到楼下去问一下，请问孙老师今天会不会来上课？如果楼下也没有人，这就可以演电影了，对吧？很多电影就是说平常应该有人，那为什么今天没有人？啊，所以你如果要整一个人，也可以这样子玩了，啊，你就让他说，老师换教室，他就到换那教室就没，那不是我的相干性的问题，这是非常重要，我个人觉得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对我的日常生活有很大解释作用，就是相干性。就社会知识库整体有自己的相关性结构，然后社会知识的分布呢，是不同的人跟不同的人、不同类的人拥有不同程度的知识，所以这跟你的相关性有关，啊，这个也从 Schultz 来的，啊，常常我们会觉得，哎呀，这事情应该跟大家都有关嘛，为什么事情不来？所以有时候人呢，要是不想做什么事情，就想相关，这跟我有关吗？我要花时间在这个上面吗？啊，所以我们大概多多少少都有一点这种考量啊，所以我觉得相干性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东西。怎么样让你要讲的东西是跟别人的生活是相干的啊？好，不仅人类婴儿发展要靠社会的安排，还有机体的发展也要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像这种都是很空泛的话，啊，到底是有点好像都对，好像都不对。
那社会秩序存在是人类活动的一种产物啊，这讲有机体的问题，因为社会学家很少提到有机体啊，因为那就好像快走到社会生物学，那社会学家对于社会生物学基本上是有先天性的反对，这样啊，觉得既然有社会生物学，我们社会学就是要摆脱这种生物的制约，我们强调就是文化，强调就是社会结构，那你好像又回到了那种跟文化跟社会结构没关系的地方啊，这已经不是我们社会学，是我们社会学要逃离你的地方。那制度化起源主要是来自习惯性啊，这当然这个Bourdieu 后来用了一个惯习 Arbitus 这样的拉丁文来代表基本上这样子的意思，那不是他独创的，那个名词是他借用亚里士多德的啊，他借用那个，但是这个观念不是他独创的啊。我常常解释说，为什么他常常用一些字眼跟传统社会学是一样的，他却不用啊。原来他是人类学的训练，他都没有一个社会学基本训练，所以他常用的一些字眼啊，还加上大家法国人的关系啊，这都有的啊，习惯性啊 ，habitualization， 这也没有被大家沿用啊。就这些人都知道人类的有些习惯性的行为这种事情啊。那在别的地方就叫社会化呀，啊，所以有些观念不是红到那种好像前人都没发现，到了他才哇，终于发现人类没有啊，他只是把别人讲的东西也在用另外一名词讲出来。那习惯化的过程限于制度化，所以你的习惯化不久了以后才有所谓制度化的问题，而制度化在不同的行动者在习惯性中相互分类的时候就产生了，所以这种分类就是制度。啊，社会学最难界定的名词之一就是制度。你这样讲了，你也很难知道为什么是这样子。可是，如果从人社会那个人类的社会的发展来看，就是这样子啊啊，这个人跟那族人结婚了，一个人结婚了，十个人结婚了，一族人的结婚就变成一个结婚的制度，然后遵照的是以前人的做法这样子，啊，然后制度蕴含着历史性，也蕴含着控制。对啊，你不太能摆脱制度的要求啊啊，譬如说你在总统府。就任官员你要宣誓啊，啊，虽然那个有人宣誓了一天，可能或接着过运行一天就辞职了，对吧？啊，最近就看到了啊，那个他还是要宣誓啊，对吧？你不能说，哎，我在这不久哈，你这个就省掉这个，没有人能省掉那个的。而且就职典礼的时候，通常都还有自己的亲人在旁边看着嘛，对不对？那辞职没有辞职典礼吗？啊，有退休典礼，没有辞职典礼啊，所以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我想，为什么不辞职也一起呢？就像有结婚典礼，就应该有离婚典礼啊，让大家知道你为什么结婚，让大家知道你为什么离婚啊，对吧？不然的话，离婚呢，就好像偷偷摸摸的，好像是一件见不得人的事情，何必呢？啊，离婚的时候，如果还能把那个礼金能够如实的退还啊，我想这个大家一定都很高兴的 啊，祝福你啊，下次结婚再请我啊，啊，这就会比较。那离婚不这样子，然后你就不退费，然后你下次你再结婚，那我去是不去啊？那你这辈子结三次婚，然后我才结一次婚，然后我送你三次红包，你送我一次红包，你这一次红包是要33块还是35块啊？啊，就回到那苹果的问题，对吧？啊，好吧，制度性的世界制度世界的客观性是不管个人多么巨大，都是由人类创造的建构的客观性，所以你制度你很难去用个人来改变它啊。然后人类活动的外化产物啊 ，externalization 啊，不是 internalization， 外化产物达到客观的程度就叫做客体化，这个 objectivation 啊，这是不一样的英文字啊，就是活动外化到一个地步变制度叫做客体化啊，当然这也可以翻成另外的、啊、客观化。那制度的起源啊，他说这边啊有一个不断的辩证过程啊，不断的。第一个是 externalization， 然后有一个叫 objectification， 然后就是 internalization， 认为这三个的东西是不断的在那边辩证的啊。然后这个他的结论是社会是人类的产物，社会是客观的现实，人是社会的产物，这他的有一点像干话的话啊，还强调啊，不要忘这是1966年啊。所以我们现在听到的像干话的东西在当时可能是一个很新鲜的事情啊，这个所以这个不要太那，就有的时候就是有些知识就普及化到了日常生活里了啊，就消散于无形，不表示它不重要了，而是已经重要到大家都把它接受成为普遍的东西。
所以有时候有人说，哎，二十年后没有人再提他，我没有人再提他。有的时候是真的是因为他不重要，有的时候是因为他的观念都已经内涵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他当然就不用再提他了。啊，你不必每次说仓颉造字，仓颉造，每个字都仓颉造的，啊，当然有些新的字不是了啊。人类的意识整体只有一小部分被保留在意识中，这被保留的下来就会变成沉淀，沉淀以后就变成是可以辨识跟回忆的实体，啊，这个当然不是现在认知科学的这个说法，认知科学当然说会在脑子里面什么样会怎么样啊。啊，为什么会有这些记忆啊？然后现在的什么手机啊、电脑都所谓的记忆体，对不对？啊，那个我们从286时代开始啊，就是一直到现在，那是很可怕的事情。我从第一代开始，这样，我的博士论文啊，一张啊只能放一个 file， 还不能写太长，写太长你就没办法读，这样啊啊，那时候还用大片的，总共用了六片还七片这样啊。哎，现在找那个机器都不容易了啊。我那大片还在啊，啊，而语言将共享的经验客体化，使得同一个语言社群的人可以共用，因此变成集体知识库的基础跟工具啊。所以语言为什么大家能够讲得通，就是因为这是共享的。所以你要学一个新的语言，就是你等于买一张门票进到那个社群里面去啊。那角色呢？说自我的一部分透过社会上可以加利用的分类而加以客体化。这都是讲的太哲学了啊！行动者认为，行动对于实际的实际行为的客体化的分类，当他日后反省他的行为，是可以跟这分类建立距离。这都是非常奇特的非常哲学的对角色做定义。一般的定义就是说，你在社会上占据一个位置，然后这个位置有规定你权利跟义务，那你扮演这个权利跟义务，就是你在扮演这个地位的一个角色所赋予的角色。所以先有地位，才有角色，这两个是连在一起的概念。啊，他就把角色独立起来讲。那专家的分类，路专家跟一般路人，这就是 Alfred Schultz 在所谓 Well Informed Citizen 啊，消息灵通的公民那篇文章的分类，他比这分的还要再仔细一点啊，他就这样做。所以你如果不念 Schultz 的原文，你就认为啊，大概 Schultz 讲的这两个，没有 Schultz 讲的超过这个。所以很多二手书都是过度的简化了原点中间的东西，啊，包括那个以前我念书的时候，因为读二手书啊，所以说认为秀子只讲两种动机啊，因为动机跟为了动机 ，because motive 跟 in order to motive。那上礼拜我不是跟你讲，你去看书，他有第三个动机啊，只是他后来讲的人比较少，他自己也比较少讲，但是确实有第三个动机啊，啊。好，那这个意义的界域 ，universe of meaning， 这也是改自于这个 finite province of meaning Schultz 的想法，跟意义的次界域，听起来就像漫画了，对吧？啊，界域什么什么，随着意义次界域的出现，同时又对整个社会不同的观点的出现，每个观点都从一个次界域来看同一个社会，意思说你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观点来看社会的事情，啊，这为什么社会上如果像这个什么评论家，他有那么多不同的观点，就是这样子来的。因为看你要从哪个角度来看啊，那政治评论通常都从这个政党的角度居多啊。那你说有关社会事件啊，那是怎么评论啊？这个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知识体系一旦提升到相对自主的意义次界域的层次，就有能力对集体产生作用啊。所以这个具体是怎么样啊？有时候你要看这个可以推想出来，有时候也没办法想。知识跟社会基础关系是辩证的，这就是知识社会学的基础啊。知识跟社会基础关系啊，在Merton 的说法就是社会存在基础跟这个社会跟那个 mental production 啊心灵产物的关系，就社会知识是社会的产物，同时知识也是社会变迁的一项重要因素啊。像这个都是。某种程度不太重要。那这个物化 reification， 这个就是后来我们可能下一堂下两堂课卢卡奇所用的这个 reification 物化，就把人类现象当成是非人的或超人的事物啊。卢卡奇的物化是人跟人的关系变成是物的关系，变成是这个商业的关系，变成是金钱的关系，变成是可计算的关系，那叫物化啊。人变成物，德文叫 Verdinglichkeit 啊 ，Verdinglichung。啊，就变成物，
那这个 replication 呢，是不是那个 objectification 的意思啊？那 objectification 就是变成 object， 将人类的活动产物不当成人类产物，当成自然的事实、宇宙的法则，就神意的展现。这个不太能够完全展现像卢卡奇这人所说的资本主义的那种特色啊。那客体化的极端就是具象化，也就是说，客体世界不被了解成人类的产物，而是非人的事实体啊。他这个没有特别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来标明资本主义世界的问题。那制度化世界是透过具象化跟自然世界合而为一啊，这是他的说法。那合法化的部分就对意义所述的第二度客体化 （second order objectification）， 就第一度你这样做了，第二度你在另外第二或者有时叫第二阶啊，看你怎么翻译这个 second order。对，这是一个自然科学的一个概念，这样啊。那合法化对着社会，先是制度化，制度化完以后你再把它合法化。为什么需要成立这个制度啊？譬如说像我们现在政府机构啊，这个政府上台就什么处转会啊，有什么会有什么会，对不对？为什么要这个制度？他就要解释，那就是要合法化。那当然反对的人就说，你这是黑机关啊，不需要这样啊，啦啦啦。那这就是你就可以看到现实生活中就有这个东西啊。借着对制度世界的客体化赋予认知价值而解释，他觉得他那个存在是有他的必要的啊。那合法化借着将制度化秩序的规范尊严加以实践而证立啊，证立就是所谓 justification， 他给他一些证据，认为他而且强化他的这个重要性。所以 justification 有时候跟 ideology 差不多啊，你为了你的为了一件事情，你一直说它有存在的必要性啊。那个什么时候叫做合法化，什么时候从另外角度看，可能就是你的意识形态啊，你才会证立它的存在一样啊。所以 justification 跟啊 ideology 有时候会有这种相似性。那合法化有几个不同的层次，一个叫初期合法化啊，或者叫初步啊，或初级，不一定是期，就人类的经验在语言上加以客体化。那初步的理论命题包括道德教训和格言，这个有点像托尔干研究这个啊机械年代里面的那个特色。接下来是明确的理论，更细的知识将制度部分加以合法化啊。这里有所谓的浮象介语 （symbolic universe）， 整合不同意义领域的理论传统的系统。通常任何一个什么宗教啊，它的那教理的部分都是一个 symbolic universe 啊。好，那这个浮象介域出了问题的时候呢，才需要特别的介域维持程序啊。出了问题你就要来一个叫危机管理啊。概念机制类型包括神话、神学、哲学、宗教啊。譬如有些人从另外的立场，非宗教立场，就觉得这个伊甸园的神话是很荒谬的啊。那个谁把那个树种在伊甸园里啊，树上的蛇又是哪来的啊，这不都是创造的吗？那上帝创造天地的时候为什么要创造那棵树跟那条蛇呢？如果没有那条蛇，夏娃就不会出现后面这个人类的堕落的问题啊。所以这是一个陷阱啊，他就放在那儿了，然后就发生了，然后就说你看都是你们，然后就这样。所以这从宗教就这样解释，从宗教他就说这是一种考验啊，这是一种考验你对上帝的信心啊，你是不是真的相信啊等等的啊。所以在这里就有不同的说法，这样啊。那神话也是这样啊，我的一个老师应该不信教，就说你看啊，上帝还工作了六天啊，然后第七天就休息了。然后中国人的易经是没有休息的，易经64卦到最后还未济，没有完成 unfinished，然后最后你还得重新来一遍。所以那个西西弗斯神话那算什么？然后卡缪的那个 Sisyphus， 然后说他推着石头上山又滚下来，推着石头，那就是中国人呢、啊。你从某种意义来讲，中国人不就这样吗？啊，中国的易经64卦就是一个生生不息的一个事情。你讲说很累要推下来这样，那你想到是生生不息，不断的就那就没有休息的一天了。那也没有说是上帝创造了天地，没有，中国人就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天地就出现了。就撇开了前面的，那天地怎么出现的？中国人就不考，这古籍就不讨论这个问题啊。所以中国人有老天爷的概念，就没有神的概念。你说神等同于老天爷 ，whatever。但是这就是中国人那么勤奋的原因呢，因为我们没有休息，而且我们没有救赎啊。
最后在西洋那个里面，对不对？最后会有 last judgment， 最后审判，然后上帝会第二次降临，然后把好人在一边，坏人在一边，这个圣经都有讲到，对不对？所以他就休息啦。所以你就到了天堂，到天堂某种程度也休息啊。中国人没有休息的，身为人就自强不息啊。啊，像日月的运行这样子嘛，啊，所以当中国人是很苦的，没有休息的，也没有上帝啊，也没有人会来救你啊。所以你只能靠你自己啊 ，your own your own。我们是非常非常存在主义的，啊，所以存在主义没有发生在中国，真的是有点可惜啊，因为这个文化已经彻底告诉你，而且资本主义没有发生在中国也非常可惜，因为我们真的是孜孜不倦啊，甚至没有人可以救赎你啊。我最近因为读易经，所以就读出很多心得来，这样啊，就哇，真的是很辛苦哎。以前我们老师也有强调啊，连休息都没有。啊，所以人家是有礼拜天的概念，我们是没有礼拜天的概念，啊，是。这复卦以后还有啊，那不复卦没有结束的，对不对？所以就有一卦很好啊，就那天那次你就很爽啊，对不对？啊，七日来复啊，七日来复以后呢，它不会一直复下去啊，对不对？你不会一直否啊，但你也不会一直泰啊，否极泰来，泰以后又有别的啊。对没？就是中国人就这样的，就告诉你祸福相倚啊。所以有人就说，那祸福相倚，我们干嘛一定要求福呢？我们求祸，不就福就会来吗？所以我就说，哎，好像也有道理啊。你干嘛求福呢？福后面就是祸啊。你求祸后面就是福啊。啊，所以说这个好像给人家无限的盼望。有人认为会给无限盼望，我说可能也有无限的沮丧啊。看你怎么看这件事情啊。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就是这，对啊，你抓一卦就说啊，七日来复啊，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呢，对啊，那是因为你都已经荡到谷底了，当然就七日来复，但等到复往上了以后，又会往下呀，所以 ，see， 所以你打不败他啊，所以这个也是很有意思。中国人没有一个绝对的善恶观念，我怎么有绝对呢？他善中有恶，恶中有善，阴中有阳，阳中有阴。哪有人是绝对的呢？中国人就没有绝对这个概念呢，所以后来要发明太极，就希望有一个在那之上的东西，也没太有用啊，这变成太极拳了，对吧？啊，这大概最落实就是太极拳了。好了，那就介于维系的社会组织，这不同的专家对社会事实有不同的界定。当一个事实界定呢，附属一个具体权利，就变成意识形态。所以意识形态在这里的解释就是它是对于某一些人的某一个特定团体的一个权利意义是有关系的啊，所以任何的政治思想其实都是替某个团体的利益在张目的，就是为他来说的这样啊。所以学政治学啊，尤其学各种政治思想，如果不能了解这个啊，你大概政治思想学的就会有点可是你只了解这个又好像所有东西都一样，这不就是民主资产阶级的民主概念吗？我们要共产阶级的，我们要共产制度的，无产阶级的民主概念，那就是无产阶级的民主。所以无产阶级民主是怎么一回事？啊，资产阶级民主又是怎么一回事？资产阶级最后还不是有钱人当道，还不是资产阶级当道啊？你现在研究教育社会学，什么叫文化的复制再复制？不就这些人吗？几百年来就这些家族啊，欧洲是这样，中国是这样，全世界文明都是这样啊。这不就资本主义吗？这有公平吗？你教育只说是能够拉平什么的，那都是骗你的 啊少数人拉平了，整体制度上从大的宏观来看没有啊，没有啊，永远是那些人呢，文化的复制跟再复制，跟经济的复制再复制，所以经济资本就累积成文化资本、社会资本，所以不就会那么红，就是因为它满足了大部分人的这种对这个社会的解释啊，因为就是从资本你就知道这已经是一个利的计算了啊，那我们只要是不强调利的人，你就觉得这怎么是资本呢？这根本是情感关系啊！为什么情感不是一个资本？不就没有情感资本的概念呢？他就非常冷酷的，这东西就是，所以人说不就会不会有朋友呢？如果根据他的理论，他应该没有朋友的，所有的关系都是资本关系，那这是不是就人的物化呢？我以前不喜欢经济学，就是因为他们觉得人都是经纪人，都会考虑到利益的最大化。我觉得不是啊，有的时候人跟人就是因为在一起，就是因为你觉得跟他在一起很有意思啊，情感上面或什么，那都是不能化约的，那是价值的问题，不是价格的问题啊。
所以我觉得经济学什么都可以画出来啊，都有一条什么曲线啊，我就非常不能接受这个啊，所以就很排斥这个，所以我的经济学是我的所有的学科里面大学里面分数最低的，因为我根本就不相信这件事情，我根本就不相信人是这样啊，所以到现在为止就这样啊。你相信又怎么样？我觉得如果真有经济学，经济学的理论真的有用，大学不应该有人教经济学，因为这最划不来。你不是你的最利润最大化，你学那么多你还在台大教书干嘛？你应该在哈佛教书，哈佛以外你都不该去，因为给你钱太少。 OK， 这是我的那个，所以全世界都应该有社会性，我们这些人不太在乎这个，我们这些人在乎社会正义啊。所以这个大学要讲正义讲真理，那是我们专长，经济学这些都不应该在啊。好 ，primary socialization 哈，包括重要关系人刚刚讲过，跟概化他人概念，这都是用 mid 的东西。刺激社会化也是大概就是 symbolic interaction 的那一套。那主观的现实的维系啊，这维系包括这个叫例行的维系，每天都是一样东西就维系起来。危机的维系，当出现了什么危机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处理啊？日常生活中也有这样啊，你的功课都很好，那就没有问题。忽然间。你得了一门很差的成绩，然后甚至要被二一了啊！你要怎么去维系这个状态啊？以前这个在像二一的这个问题，都是学生自己要处理，现在变成老师得介入，甚至导师得介入啊！我们常常会在学期结束前或者在中就会接到学校的一封信，他现在都会把你们的事情监控得很厉害啊！某某，你的导生某某某啊，他已经可能有三科会不及格了，请你好好关心他一下。看他是不是在求学上有什么困难，请老师尽量予以协助啊，或者如果需要学校协助，请回报一下啊。我们就得写信去问他，同学，你的成绩好像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有的还把他找来，他老师因为上一句我多打工啊，为什么要多打工呢？他因为我奖学金减少，我奖学金为什么减少呢？因为我功课变好了，功课变好了呢，然后那个家里有人找到工作了呢，所以他的家里收入增加了。就不符合那个全额奖学金的资格，就只能给他一半钱，所以给他一半钱，他去弥补原来有的那一半钱，就得去打工，然后一打工就不能读书，然后功课就变差了，然后功课变差就拿不到奖学金了。然后说老师，我们家原来可以得到，譬如说全额补助，现在我只能半额补助。我说好，那我帮你写，你值得全额补助，我就把这个恶性循环就写在上面。我说他因为功课变好了，然后奖学金拿多了，然后后来家里有人赚了钱，所以他奖学金要回来。我说我觉得这样的话，他为去弥补那差额，所以去打工，所以功课变差。所以我说我们应该给他全额奖学金，让他功课继续保持很好。啊，他毕业以后才能专心去做事，不应该在求学阶段就去打工，然后把功课耽误了。所以我强烈建议给他全额奖学金。那当然我只是建议权啊，最后谁决定我还不知道，只是我觉得这非常荒谬。就像大部分的公立大学的学生家境都是比较好的，这有研究成果支持，然后大部分私立大学学生家境是比较差的，然后公立大学跟私立大学台湾学费差到差不多一倍，是不是？有听说啊，私立大学大概付公立大学学费的一倍，他家里已经苦了，你还要付一倍的钱。那大部分家境差的同学，他的学费都得自理，那怎么自理？只好去打工。然后你看这个一个学期的打工的钱，大概就刚好是一个学期学费的钱。那他不可能课后才打工，他必须在课间就要打工，所以他一旦课间打工，就不可能照顾功课。那就有一个恶性循环，他为了赚了这个钱，然后他就得课间打工，那就不能上课。可是课间打工的结果呢，他赚了那个钱呢就足够交他下学期学费，可是那个学费呢只能维持他的学籍，而不能让他在知识上真的有所长进。他就这样混过四年，然后四年打工的钱全部给了学校，他什么也没学到，除了就跟学校什么都没学到，学到就是外面商店教他的一些基本的如何做店长，如何算这个，如何算。所以他其实大学四年学到的都不是学校给他，学校只跟他要了钱，然后都是社会教他。所以也许我们该考虑跟德国一样，所有的学费都是免费的啊，
这样子要不要打工，那就他自己的决定，而不会影响他的学习权益。不然这样的话，很多学校的学生，尤其私立学校的学生，就受到双重的剥夺，啊，经济上被剥夺了，然后这学习的机会被剥夺了，然后最后他大学毕业了，什么也没学到。那如果他不念大学呢，那他就找不到这种打工的工作。所以找，所以后来读大学对这样的人来说，好像就是为了找一个工作。然后 ，OK， 所以我每次想到觉得，啊，这真的跟64卦一样啊，赚不完啊。好，现实是维系重要工作就是靠绘画啊，在后来的研究就很多啊，还有重新社会化 （re-socialization） 啊，所以年轻时候相信了一套，你到老的时候看你要不要再相信另外一套啊。如果不，那你当然就没有重新社会化。那有的人是重新社会化，啊，像高年级实习生啊，我讲的是电影，不是政治状态啊。政治状态那个完全不用重新社会化，你认识谁那比较重要。好，所谓的成功的社会化，就客观主观高度对称的建立。那我们通常讲到成功的，我们世俗的就是他在经济上会有很有成就。那不成功的就客观主观不对称。这是从学术上来讲啊，客观主观觉得怎么样，但是客观达不到，那就是不成功的啊。或客观达到，主观不满意，那也是不成功的啊。那社会化不成功的原因，是因为社会化人员的意志性，还有在初级社会中重要关系人的不一致世界的媒介，还有初级社会化跟初级跟次级社会化的不一致，都会造成不成功啊。你小时候觉得城市很重要，但是到了你工作的地方，觉得城市不重要，会巴结上司比较重要。那诚实会让上司讨厌，那你就会再度学到说，哦，原来我小时候学到都是假的啊，我不应该那么诚实的，因为别人不喜欢。所以你到时候再社会化，结果你就变成很社会人，你就觉得哎呀，巴结人家讲好听话是你成功的关键啊。这也就是初级社会化跟次级社会化不一样。所以从这个标准来看，他认为这是不成功的社会化啊。但是一般的人会觉得，哎呀，你终于开窍了，人就是这样，上司是不能得罪的，老师是不能得罪的啊。很多人就学到了这个啊，甚至还有人学会了怎么样巴结老师啊，功课不重要，会巴结比较重要。怎么样在跟老师吃饭的时候，怎么帮老师倒酒很重要啊，或者帮老师挡酒很重要，或者老师喜欢什么牌子的酒很重要，啊。好，知识社会学预设了语文社会学，没有宗教社会就不可能知识，这就是这没什么太重要啊。社会学必须历史跟哲学不断对话，才不是恰当研究，因为这两个人都是跟哲学观念很深的，然后大家也讲一点历史，所以讲的这些都是自己在做的事情，别人没做的，所以哲学很重要啊。所以有时候就讲说啊，这学生就很多人就误以信以为真啊，认为老师一定要念历史跟哲学吗？什么什么谁谁是这么说？我说你当然也可以这样做啊，但是你学到的常常历史跟哲学不这样认为啊，啊，尤其历史社会学这门课啊，有的历史系的人教历史社会学，跟社会系的人教历史社会学是完全南辕北辙的。还有历史社会学，有些从历史系的人来看，根本历史社会学都骗人的，你们历史社会学的人就只想着抓一些模式。然后你们也不管那个重要的史料，你们就只在乎那个模式能不能适用啊。然后社会学人就说，你们都不在乎模式，你都不在乎重复出现的那些历史，你们只在乎那史料，然后多一份少一份，这个什么意思呢？所以这就两方就互相看不起，就没有对话啊。好，这是 Berger 跟 Lukman 的讲义。那我们现在就讲这个，接下来讲 Harold Garfinkel， 就是美国的加州大学的老师。啊，2011年过世。以前你要找他的图片是一张都找不到啊，在没有网络时代，所以后来有了网络以后，他的照片、Goffman的照片、什么人的照片，基本上都找得到啊。那以前我做研究做了好久，找了好多杂志才找到一张Goffman的照片啊。那Garfinkel照片我是一张也没找到过啊，现在在网络上一下就可以找到啊。那这个人很传奇啊，因为他大概从头到尾，当然后面还写了一些书，但他一直以1967年是不是这本书，哦，对，1967年的书只有这一本，这本是文章选集，叫《Studies in Ethnomethodology》，这本书红遍社会学界，还包括英国哲学界非常喜欢他的东西，啊，所以这是那他这个书呢，大概一般社会学理论都会讲到。但是讲的都很不好，我觉得这是
要让社会学接近一般民众，这是最好的一本书。但是他呢，就有一点要装成学问的样子，明明就不是学问，要装成学问的样子。所以呢，俗名方法这个名词都是一个装出来的，叫 ethnomethodology 啊。因为他有一篇小文章说，为什么取这个名字？因为这个名字是大部分人很陌生的名字，你除了社会学以外，没有人知道这个字什么意思。啊，社会学里面也有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字什么意思。他就说他以前念哈佛大学，他是 Parsons 的学生，可是走的路子是完全不一样啊。博士论文是他 Parsons 知道的。他说他有一天在翻卡片，在图书馆啊，那时候是有卡片，你们现在都是上网查就没有卡片。查卡片呢，那卡片有主题的，叫 ethno 什么 ethno 什么，比如 ethno music 民族音乐 ，ethnology 民族学 ，ethnography 民族志。啊，那有些编类啊分类是民族志的，就会在以民族志下面用这种分类，这跟你现在用搜寻系统是一样。那他又想，那他研究这个可不可以就叫 ethno methodology？ methodology 原来是很严肃的，所谓方法学的哲学上的这种讨论。那他研究的其实完全跟哲学没关，就一般老百姓的，啊，所以又用到这个方法论这么严肃的字眼，啊。其实就告诉你，一般人都怎么做事情，就这样，简单讲就这样，啊。可是把它叫 ethno methodology 以后，你听起来是一门，哇哦，好有学问的学问，其实一点学问都没有，啊。所以这时我就告诉你，所以这是一个有一点假的地方在这里啊，听起来很像很有学问，其实没有什么学问，啊。但是有很多不同的观点，就是像生活中你会注意到的，但你说啊是这样子哦。他就从日常生活中的这种告诉你是这样子啊，这下后面还有什么东西来著称，所以他没有什么书，就这本书就红遍啊。如果他要在现在的大学制度啊，大概前几年就被解聘了啊，因为没有五年出版一个东西。后来当然还有一些别的作品啊，但是也不多啊。在科学STS 里面，他也有他的一个重要的地位这样的啊。好，然后之前的那个他研究这个，你看他的名字标题都非常非常的严肃而学术，但是其实研究的对象其实不是什么叫 conditions 啊，这什么样的条件 ？successful 成功的 degradation ceremony， 你成功的让一个人降下来的一个仪式，什么意思呢？就是他。考试考不好了，你可以怎么样成功让他觉得还可以，安慰人，你知道，安慰鲁蛇了，啊，简单讲，啊，就是安慰，怎么样安慰鲁蛇，这叫什么条件啊？他的文章这个在前面都比较熬牙啊，我简单的讲哈，就是说，当一个人从很有尊严、很有尊贵的被人尊崇那个地位被拉黑以后。或者被这个揭穿了一些他不可告人的事实以后，这个整个过程是怎么发生的？啊，有一个人，我们就讲别人，有一个人用他的这个主要的 idea 来研究，当一个英国的有名的心理学家被发现他的心理学的研究，这个英国的心理学家叫 Sir Cyril Bird 还是 Birch 啊？哎呀，我就把他忘了。这个心理学家呢，他的那个研究的数据是造假的，啊，他就以这件事情来有一个人不是他啊，不是 Garfinkel， 来研究怎么样的成功的降处这个仪式。就第一个啊，这个是一个模式的问题，很多国家发生这种学者，尤其名学者发生抄袭事件，如果不是名学者那就算了。啊，这问题就很容易。当著名的学者或著名的人发现一件很糗的事情，或者一个很不合道德、不合伦理、不合法的事情的时候，通常都怎么发生的？你可以这样讲啊，可以这种东西可以来研究这个。他们就发现有几个步骤。第一个说，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一定会有人说不可能的，这里面有错。可以你知道，真正上了新闻，这个已经经过多少人在前面的阻挡或者是揭发证据。才会上了新闻，不可能第一时间什么都没有就上了新闻，懂吗？所以上新闻的其实不是真正的第一时间，但这里面呢就会有人要救你，你的朋友，啊，
你的朋友就会讲好听话，就像现在你看新闻一样，有的人出了一个什么事情，好朋友呢，要不然就不讲话，免得不知道后面发生什么事情，要不然就讲一些好听话，他应该不是这样的人呐、要不然就落井下石。我告诉你，他以前就做过一个类似什么事情，啊，所以这种东西都会在第一时间出现。然后呢，通常这个就所以这个看的人就会第一个时间发生各种印象的不同。那有的人因为地位很高，所以呢都不会在第一时间被认为他该死，所以都说不会吧，大家已经搞错了吧，他怎么会这样子做呢？等到证据慢慢呈现的时候，甚至最后有一些重要的证据出来，所以重要的证据出来就是说有一个有公信力的机关啊揭发了这件事情，而且是公信力机关做主，那这个事情可能就会得到一个定案，然后最后大家都跟他划清界限，然后这个人就被搞臭了。简单讲是这样啊。所以他说任何人跟人之间的沟通工作期间啊，一位行动者的公共身份被转化成地区结构中较为低等的社会类型，意思说从一个高位置变成一个低位置了。别忘了，因为他为了要做的表示比较学术，所以文字弄得非常佶屈聱牙，这跟他后期的著作是完全不一样。后期著作你如果英文不好，你更不太可能了解他的东西，因为他几乎不用学术语言，几乎不用学术语言啊。他有个定义用 dash 弄得很长的一个定义 ，ethical methodology 定义就是靠了一些 dash。好，所以这种就叫做成功降处仪式。我跟你讲，我这样翻译啊，你大概我自己不一定记得住，你知道吗？就这是很熬牙的呢。一样的 successful degradation ceremony， 很多人也记不住的，美国人也记不住的啊。所以我这种熬牙是配合他的熬牙，意思就是说怎么样把一个人斗臭斗垮拉黑了。简单讲了，拉黑需要什么条件啊？好，那个我就不花多一点时间哈，就是告诉你这个东西是可以用的。啊，他说这个呢，讨论的仪式的那些关系着整体身份的改变，从一个有名的学者变成是一个造假的学者，这就是身份的改变。啊，那这个在学术界屡见不鲜。啊，我刚刚讲那个人研究这个有名的这种 case， 科学界呢作弊的事情有，是不是很多？应该相对于日常人的犯罪的比例，科学界的犯罪是非常低的。偏差行为也是非常低的，只是因为这种事情被报道的比较多，而且很多人喜欢看名人出糗，很多人喜欢看台大老师的出糗的行为，类似这样。那美国这个也是一样啊，任何这个好像有高尚地位的人被揭露他的不堪的那种言行，这个对于报纸、对于一般听众、一般的群众来讲，是一件蛮高兴的事情啊。比方说你看嘛，这些人不过就是这样而已啊，所以才会有这些事。他说谴责要能够成功，谴责必须让那些目睹谴责工作人能够重新界定情境啊，谴责者还被谴责的一方，以及叛徒被谴责，以及叛徒被谴责，叛徒被谴责的事物啊，必须有以下方式转换啊。这个我已经先跟你讲，你要用那种来想，这个就比较容易了解。如果在字面上想，那你真的会想破头啊！说事件跟犯罪都必须被移除日常生活的特性，被当成非常之事，就是他平常不是这样的人啊，这一定是一个很特殊的人啊。不管是绯闻啊，或者这种不恰当的贪污的事件。事件跟犯罪者必须被放在同一个偏好架构，显示第一，偏好不可以是 A 事件胜过 B 事件，而是 A 类型胜过 B 类型。所以这个事件不是一个事件，它是一种类型，他们这种人都会这样做的，这样的话就可以免除了某些人的压力。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啊，我做的事情不过也就是大家都在做的事情吗？把一堆人拉下水，好像你就会觉得好很多。目击者必须欣赏被归类的人跟事件，并且将这些类型指向一个辩证的对手。你看这要怎么去理解啊？我觉得你不要太执着在这个啊。第三，他都有过程。谴责者必须向目击者表明身份，让目击者觉得他不是一个私下的人，而是一个公众人物。啊，我不要太念了，一念能让你更混淆啊。然后谴责者必须将部落的超越个人的价值尊严赋予显著性跟可见性。谴责也必须以这些名义为之，
说我不是为了我个人，不是因为我跟你有私人关系我才那个啊，不是因为我平常跟你有什么私人过节，我就是因为你做错事情，我是看不惯啊。所以就算是你当初以私人，你都不会讲说你以私人啊。那第四、第五，谴责者必须安排以便拥有以终极价值之名说话的权利啊，我是为了社会正义啊，我们要接触这个害群之马啊，你讲的都是非常高尚，没想说妈的本人就对他不爽怎样，你落在我手里了吗？不会这样讲的，这样讲太难看了，对吧？啊，谴责者呢引发啊，谴责要成功必须仰赖被谴，必须仰赖谴责的权威啊。我为什么要谴责他？因为啊，这是什么样的证据？谴责者引发自己或他人心中对于不当事物反应，我都那么生气了，你能不生气吗？这家伙浪得虚名啊，他凭什么？他凭什么？啊，他必须将他遭受的错误对待当成是替族群成员维护正义价值。这样的人，我们还要支持他吗？啊，这根本就是台湾之耻啊！啊，什么什么之类，你不觉得？你讲面包师傅，讲这个抄袭文章的，讲什么不都是一样，就是类型嘛，懂吗？啊，然后谴责者呢？啊，必须被目击的认为他们是这价值保护者。我们为什么今天要站出来呢？不惜自己冒着什么样的危险站出来呢？是因为我们要保护台湾价值，我们要保护叉叉价值。听起来像在讲某些事情，那你就知道这个都是类型。我真的不是在讲那些事情。所以学社会学有意思就是这样，常常你觉得你研究的是一个特别的事件，其实那个事件呢是某种类型的事件，啊。那谴责者不仅要被谴责保持距离，而且目击者也必须感受到同样的距离，啊，大家越来越说，哎，你以前不是跟他好朋友？哪有啊？啊，我只是跟他坐同一辆公车啊，啊，我哪有跟他好朋友啊？啊，不要误会啊，啊，对不对？啊，以前可能要巴结人家。被谴责者必须透过仪式远离正当的程序，也就是说，他必须被看成是反对正当程序的被谴责者啊，他必须被置在在外，他必须被离异 ，made strange outside。就这个人不像他你想象那样，这人不是个好人。选举的时候不是也很多这种伎俩吗？啊，不管他讲你什么，讲对方什么，不是所有的降处仪式都是根据预定的或公开的有效方式进行。希望透过个人的咒骂、羞辱对方的争吵，达到有限的规模。所以你现在最好的就是到网络上散播谣言呢、啊，对他不利谣言呢、啊，对吧？那你要撇开法律责任，就什么？我做了一个梦啊。啊，现在好像流行的写我做了一个梦以后，下面就是不负责任的、啊，对不对？我觉得，所以我刚才还不知道，我说怎么最近大家都在做梦啊？原来就是这样啊！这不知道谁教的，是法律系的人教的吗？所以我只要写我做了一个梦，好像就可以不负原则这样啊，好像是一篇小说那样的啊。好，那这就是这样。啊，所以这个他在前那个词义就用了非常非常多严肃的语言，然后基本上不太，你要真的花两倍以上时间才能了解他讲什么意思，而且基本上没有例子。可是这种情况很常发生，所以后来我才说有这种研究，然后有这个研究就可以有第三种、第四种研究啊。啊，譬如说我们的杨盼池校长啊，是怎么下台的，啊？那他就是因为有牵涉到的那个团队有人抄袭，不是杨校长抄袭啊，是他团队那篇文章里面的其他部分抄袭，然后杨校长本身没有抄袭啊，所以杨校长刚开始就不知道他自己为什么要下台，所以他也不下台。可是呢，其他人就觉得他该下台，就开始找一堆理由，这不是他抄袭，是他参与的团队抄袭。那所以你要负的责任叫做什么？政治责任还是什么责任这样啊？所以你跟这个团队合作那么久了。那个团队也不是每篇文章抄袭，十篇文章里面好像只抄了几篇在某些部分，所以其实不是那种是靠抄袭起家的一个集团，它不是，有几篇抄袭了啊，那这跟姚校长有什么关系？所以这就是杨校长大概很不爽的地方，就是这样啊，他犯错，我也不知道他犯错，那为什么我要替他犯错负这么严重的责任？我顶多就出来鞠躬道歉啊，真的很不幸，世人不明加入这个团体啊，然后被陷害了。我跟大家一样，同声谴责这种抄袭的不当啊。我的著作也没有，所以姚校长一直等到很后来，但终于知道原来大家是要让他下台的，抄袭只是一个让他下台的台阶。但是他又觉得自己没有抄袭，所以才会僵在那里。好，这是怎么样的？一个成功的降处方式，就是他一下台，什么事情都没了。
啊，大家真的在乎这个什么团队正义的问题吗？真的在乎那个吗？台大是不是因此就不会再出现团队有人抄袭，或者将来团队只要有人抄袭，其他人都得跟着下台的，或者那离职的这个事情呢？如果有，那才是重要的；如果没有，那就抓倒霉。好，这个我刚刚讲的名词，佚名呢有俗名方法论或方法学啊。然后也有叫常民方法学，就是日常老百姓。俗名常民，俗民当然可能很觉得这个字太怂了哈，不太好。常民可能好一点啊。那另外还有的一个早期的台湾的，他到博克来念书了啊，没有回台湾做事，后来晚年才回来，叫做蔡文慧，他称民生论。但民生论实在太像我们的时代三民主义的民族、民权、民生啊，所以大概没有人后除了他以外啊，他的书以外，没有人讲民生论。我觉得是还可以啦，坦白讲啊，但是在那个时代，实在现在可能好一点。然后我认为叫百姓日用学可能不错啊，人家平常怎么用的嘛，这叫我叫古文版。那音译版叫做要死了没事倒垃圾啊，你试试看啊，要死了没事倒垃圾啊，非常的那个，真的是没事倒垃圾啊啊，为什么呢？你看它自己的定义哈，你看这就是那个很长的那个，都是用 dash。Visibly rational and reportable for all practical purposes. 啊，这个已经长到一行快摆不下啊。所以好，什么定义呢？他说 ethnomethodological studies 啊，这个是一个词哈，这个 study 不是动词啊，这个才是动词。他这个学问呢，是来分析 everyday activities 日常生活的活动啊，日常活动或我们讲 as 把它当成什么呢？Members method 就是社会成员的方法，方法是干嘛的方法呢 ？For making those same activities， 就把这个日常活动啊，他在做日常活动的时候呢，这些活动呢是 visibly rational， 看起来是理性的或合理的 ，and reportable， 而且可以跟人在传述的，可以讲给别人听的啊。然后 for all practice， 不管你的目的是什么啊，然后 that is， 也就是说 accountable。就发明了这个字，就是 accountable 呢，原来只是跟会计学有关，现在呢就变成日常生活里面叫做负责任的、有责任感的啊 ，accountable 啊，可以说明的啊，在这里就是说就是 rational, visibly rational and reportable， 就至少讲出来人家听得懂的，而不是完全负责任的啊，可以加以说明 accountable。所以这个 account 后来就变成它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字眼，啊，可这是一个平常字，社会学里面没有人把这个字当成一个专有名词，然后它就是这样，它就是要用日常字，它就是不用专有名词，所以读它的东西很困扰，因为不太确定它什么意思。可你一旦知道它就是用日常字，你就知道它什么意思，因为 account 就是账户、账户的户头的意思，可它这不是户头的意思，就是你的说明。那什么时候变成说明呢？用不用其他的说明的？啊，人家不喜欢你是要怎样？懂吗？所以这个有时候你能过了这关，它就容易了。这个把这个日常生活的东西当成 organization of common person everyday activity， 这东西就是日常生活的东西了。简单讲，是个有日常生活的东西，然后有组织的了。好，所以讲那么长，其实就讲日常生活跟组织这关键字。接下来。The reflexivity 反思性，你可以去谈论这个日常生活这件事情，就是所谓的反思性。哦，没有那么 of that phenomenon， 就对那件事那个现象的反思性 is a singular feature of practical actions， 是一个实际行动的状况的一个特征 ，single feature， 啊，一个独特的、唯一的或单一的 singular， 啊，是单一的啊，单数的特征。然后呢 ，of 这个 of 呢是来自 of singular feature， 应该有 s 才对吧？如果是 of common sense knowledge of social structure， 就日常生活里面你用常识来了解这个社会结构。啊，我们日常生活中对社会结构什么？或者 and or 这个应该有一个错的，怎么会 and or 啊 ？practical sociological reasoning 或实际社会学的推理。所以讲了半天，就是告诉你，这是研究日常生活的，就是这样。日常生活的 members method， 他们的日常老板一般人的方法，就这样。一般人用什么方法去应对日常生活？简单讲就是这样。可是变成这样以后，你就说哈，懂吗？啊，好，那还有第二段的界定啊。
Their study is directed to the task, 的目标啊，他们的那个目标的朝向什么呢？的工作什么 ？Learning how members 这些社会的成员 actual ordinary 实际的平常的活动啊 ，consists of method 什么样的方法 to make practical， 然后怎么样的方法变成他实际的行动？日常生活的一个普通的人。在日常生活中如何把用的什么如何实行自己的用什么方法啊如何就是方法嘛啊来在行动的时候用了什么方法还有他在什么样的情况他的行动实际的行动实际的状况还有 common sense knowledge 还有他对于这个社会的制度的社会结构的了解还有 practical sociological reasoning analyzable 可以加以分析的这些东西。跟前面没有什么太大差别。End of discovering 啊，发现 the formal properties 啊，然后发现这个正式的特质 ，commonplace 普通的 ，practical 实际的 ，common sense of action 尝试性的活动啊 ，from within 啊 ，actual settings 那这个是在社会这个实际的这个背景的内部，就是在一个行动的内部。As ongoing accomplishment of this setting, 然后这个是持续不断的这个发生的事情。Accomplishment 当然可以说是成就什么，你每一个字都翻出来，你就掉进去了。你就不要每个字翻出来，你就大概知道他要什么 accomplish， 你到底要完成什么事情。然后他说 ，I use the term 啊，我用这个名词 to refer to 指的是 investigation 研究 of the rational property of indexical expression。研究这种指示性的表述啊的这种理性的特质，什么叫指示性表述？就讲话的时候你说这个那个那种 indexical， 这个叫 indexical finger， 食指。所以就是你要指它，哎，这个那个到底哪个呢？你就得看它食指在什么，而你在中文翻译当中就这个那个，但是具体上这个那个是什么？啊，因为日常生活里面这不是问题，变成语言这是问题。好吗？啊，所以是 index expression 就讲，任何时候就看太多讲话里面说，哎，那个什么下礼拜教哈，那你是这堂课的人，你当然讲知道我讲的那个什么是下礼拜教，旁人他怎么知道你下礼拜教那个什么是什么？啊，打电话也常常那样，哎，那个你带了没啊？对不对？你既然跟那打电话人，你是很熟悉，知道那个是代表什么。如果对方有一点点困扰，他说：“你讲的到底是钥匙呢，还是卡片呢，还是什么信用卡呢？”他就会问。如果不清楚，旁人真的是一头雾水。所以讲话不要让人家听懂，就是要讲这种啊 ，index expression 呢，只有当事人懂，别人不会懂的啊。那老地方见，监听的人都不知道你老地方是哪里啊。所以要训练，有人训练情报员讲话就是这样的、啊，有的是看第一个字啊，有的是强调重音的那个、啊，那有的就是这种，你摸不着头绪的、啊，尤其你刚监听我，你根本不知道我在讲什么。老地方见啊，我们就到那家有没有？上礼拜三才去的那家店呢、啊？还有上礼拜三可能不是真的上礼拜三，像这种，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 indexical expression， 这是人很特别的地方啊，就它的模糊性对于外人来讲，对于当事人来讲是一点都不模糊的啊。And other practical action 还行动，所以这个是表达，包括表情啦、啊，包括这个行动啊，都是他研究。As contingent 啊 ，contingent 是偶然的啊 ，so ongoing 就不断的 accomplishment， 你看又来一个这种大字眼。啊，就是完成了一个什么事情啊，或 organize artful practice， 日常生活里面你很艺术的所做的 practice 就是实践的东西，然后是有组织的。如果你把它翻成有组织的艺术化的实践，那谁看得懂啊？就是常说说你运用了一些手腕技巧的那些活动，就这样啊。譬如人家请你吃饭，你实在不想去，你说哎呀不好意思，我那天有空，这就是有手腕啊，就是 artful 啊。而不是说我不喜欢吃那个东西，这就太直接了嘛，懂吗？那这全世界人都知道，这不是只有中国人才会这样的。好，那重要的在这里啊，这个比较就在我们在讲 shoots 的时候，他也提到科学活动、日常生活活动是有差别的。
那他也列出日常生活活动跟科学活动差别，有一个表，我是不是把这个表放在这，还是在讲义里面啊？讲义里面就这个表啊，这个表前面讲的就是后面等一下讲的那个表。他把理性行为分成几个层次，14个层次啊，所以他真的分得很细啊，他是很认真的问。所谓的理性，在一个层次上就是讲分类跟比较 ，categorizing 跟 comparing 啊。categorizing 就 categorize 啊，加以分类啊，或者加以范畴化啊 ，category 范畴。所以理性行为第一个先分类跟比较，你写作文写论文也是一样，论文先讲现象，现象完了就开始对你研究现象加以分类啊，这是所有的研究刚开始都这样，然后加以比较，然后第二个呢是这个理性行为是可容忍的错误，基本上理性行为不会要求你完全不错啊。Tolerable errors， 啊，可以容忍的错误，所以可容忍的错误，我们在台湾很多的人是没有容忍错误的余地。日常生活里面当然可以容忍啊，你这什么东西打翻了，现在服务业对不对？你在 Starbucks 打翻了一杯咖啡，你没拿好，他就来擦就好了，我不会骂你嘛，对不对？那你要再一杯，那如果是他的错误，他会补你一杯嘛？如果是你的错误，他问你还要不要嘛？对不对？啊，或者他把它收起来，他说这是你，当然不会这样。可容忍的错误。第三，寻求方法啊，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方法。第四是分析一下可能的结果，这都是理性的行为。第五是策略，你要怎么做？注意时间啊，可以加以预测。第八，这刚六七了哈。第八是程序规则啊，有规则，还有选择，还选择的理由什么 ？Grounds 这个字哈，有理由的意思，但是我们一般都讲理由是 reason 啊 ，cause 啊什么 grounds。Ground 就是理由，所以你读他的东西跟读别人的东西不一样。别人的东西的字是常见的念书一个社会学里面常用的字，他就常用一般人用的字啊。What's your ground for doing this？ 你做这件事情是为什么？你的理由是什么？所以我们刚开始说什么叫 ground of choice 啊，然后就查字典，然后字典就有很多种意思，然后就说那为什么不用那个字呢 ？Reason 呢？啊？从形式逻辑原则来看，目的跟手段相容性，这就是理性最常见的意义。这个在 Schultz 做过这样类似的事情，他做的更细啊。所以在他之前不讲 Schultz， 你就不知道这两人的关系是什么。这两人就是一个人比另外做的更多更细，还有语义的清楚明白，清楚跟明白记得吗？就是笛卡尔的东西啊。如果不教笛卡尔，你就不知道这出现哪里啊。很多老师也就无所谓啊，就清楚明白，就是笛卡尔啊。所以你可以抓到那条从思想史一直到前面的学术史这条线啊，啊，知识社会学的线就这么清楚啦。中间可能漏掉几个人，但是你看我现在所讲的人，我全部都可以连上了。这为什么知识社会学要这样子讲？然后当然一般人也可以说语义清楚明白就过去了，因为这听起来就很清楚明白啊，你就不知道它有所本嘛。那为了清楚明白而清楚明白，不是为了什么，所以写文章就是要清楚明白。可是他这个显然是跟前面那个自己的文章打了这个自己嘴文章一嘴巴的。情境示意啊，就是 definition of situation， 跟科学知识相容性，你要去看这个有什么样的差别啊。所以这是科学活动跟尝试活动啊。所以呢，他后来把这个前面讲的做了一个表格啊，我把它全部翻译，你要认真看一下啊。这边是一项，这边是一项，这边是这什么？被认为是一种行动的理想标准，被认为是一种行动操作标准，被认为是一种实践行动的性质，被认为是一种行动的理想标准，被认为是一种行动的操作标准。这应该是这边。分开，这边是一类，这边这三个都是一样，然后这就是刚刚讲的那14个东西啊。简单讲，你只要看这三个啊，其他都是都是 yes， 然后这是 no， 所以只有这一类，从这个形式逻辑中的手段目的相容性开始，科学是日常生活是没有的，科学是有的，所以科学比较严谨，严格来说，科学符合这14项标准。日常生活的理性只符合10项标准，简单说是这样，啊，这个图表都已经是最后的结论，啊，学结论很重要，固然重要，但学那个过程很重要，你怎么去区分这个？所以是他少数写的，我觉得文章写的非常漂亮的一篇文章，啊，而且很清楚，啊，是怎么样，否是怎么样啊？这我把它补充说明都翻译起来。
第二个篇文章讲的是叫常识中的社会结构的知识，我们怎么从常识中分出社会结构在里面。他讲到熟人和专业事实研究的论文文件诠释方法，这里有一个叫 documentary method of interpretation。 什么叫做 documentary method of interpretation？ 文件诠释法听起来很学术，对不对？什么叫文件诠释法？就第一个有一个深层的东西叫潜藏模式 underlying patterns， 然后潜藏模式上面有一个 document， 所以每个 document 是表面上你看到的，然后后面你看不到的叫 underlying patterns， 然后这就是潜藏模式，这就是文件诠释法。讲得多伟大！我以前还说，还看到一本书，我本书所采用的是发生学的研究方法。发生学，发生什么事了？发生学 ，genetic method， 这个 genetic method 的字眼，如果我记得没错，是来自于这个一个儿童心理学家，法国的叫 Jean Piaget。什么意思呢？就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搞清楚，这叫发生学研究法。它怎么发生的？不跟你讲的时候。听起来都是多伟大的学问，发生学的研究嘛，光发生学就够吓死你啊！ Genetic method 听起来好像什么跟基因有关系啊？你假如英文不好，你还翻成基因学的方法，这告诉你一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嘛，翻成白话文就这样嘛，而且真的也就是这样嘛，把事情从头讲到尾嘛，你能找到头跟。那翻成来龙去脉是怎样 ？Coming dragon 啊 ，ghost 什么东西吗？啊？切，所以文献学发觉就是这样。然后他说这来自 Carl Mayhem， 我就愣在那里说：“先生，你是开玩笑是怎样？不都是这样的吗？啊，你不只看表面，你会看表面背后的意义嘛？这我们的尝试也有这样嘛？那讲一句好话，说啊，他这就是作秀，这不老百姓都会啊？那明明你从这字面上，他是讲很好听的话，他就作秀嘛？他每次都这样嘛？”所以你就是从发生学的方法来看它，会从对不对？所以社会学有时候在这里就被人家看不起啊！你讲完了说啊，像变魔术一样，你不讲还好，你一讲，你不讲清楚还好，变完了你就说啊，大家拍手哇，讲得真厉害，然后讲啊，就这个 啊，就这个。好，最有趣的是在这里，而且我觉得非常有趣。为什么非常有趣？我觉得这跟老百姓相信什么。这是很大的关系。其实用最简单的话来讲，我们常常相信的东西都是自我暗示、自我催眠的，只是你不知道而已。啊，我们都有解决问题的方法，可是我们有时候就是不察觉而已。好，告诉你，他说研究对象呢，这个研究现在你要做，这绝对是很粗的研究，啊，因为他只研究十个大学生，而且呢不符合现在的伦理啊。他说呢，他们被告知精神医学系要举办一个研究，探索精神医疗的另类可能性，啊，这是1960年代啊，哦，嗯，还已经是50年前，也是替同学个人问题寻求解决之道，所以有一个精神医学系的一个研究啊，每个同学呢，个别跟一位研究者谈，然后研究者被当成实习咨商师啊，我们会找一个专人跟你谈。然后同学被要求把困惑的问题背景做一个说明，你先说明一下什么问题困扰你，然后可以询问咨商师的意见。然后呢，不见得，不过问题都是要可以用 yes or no 来回答，这关键就在这里。你的问题结尾不能问我说孙老师我该怎么办，你要问说孙老师我是不是该做这件事情，我说是或者不是啊，你的问题要这样子的，要这样。所以你等一下就知道这个，你也可以玩一下，如果你有兴趣。保证同学问题都智商最佳建议，我们的建议都是最好的建议，你放心。所以这个已经都给你保证了，你知道吗？啊，所以你接下来的东西都是自我暗示。为什么？因为这是学校办，然后这是智商师办，他有专业权威，这都已经告诉你。所以你去看算命，人家都怎么说？哎，我跟你讲，你去找那个先生，那个很准的。我跟你讲，我的朋友都那个，所以 reputation 走在前面 ，reputation precedes， 就这样的意思。你的名声走在你前面。你会在路边随便走一个算命先生，然后什么300块，然后你也要去看吗？你去看算命都是朋友介绍，所以为什么口碑很重要？因为口碑建立了它后面的有效性啊。啊，所以这个已经是自我暗示的一个前提。好，然后智商是坐在紧邻的房间中，透过对讲机沟通，你看不到他人的，为什么看不到他人？你等一下就知道。哎，这是一场实验，他不能让你看到他啊。
然后研究生在对象叙述的问题背景可以问第一个问题啊，智商是在有意的停顿以后，有意的停顿呢、哦，啊，这不是随便的停顿呢、哦，才宣布答案是跟否，表示他在深思你的问题，其实他完全没有深思，因为是跟否的顺序是根据乱数表事先决定，啊，这只是要营造一个气氛，让你以为对方认真的听你的问题，审慎的给你答案，其实不是的。所以你如果去算命，你如果去询问一些意见，你用这些方法，人家都觉得你真的是哇，你花好多时间，你好认真哦，这样，这都可以演的，啊，所以魔术什么的，常常需要一些障眼法，就是让这些东西来欺骗你，因为你不知道这是他们的伎俩，这不是真的他的本事。就像很多人当官很有本事啊，他其实没本事，他装出很有本事的样子。啊，所以你慢慢看出人际关系里面人的行为里面，政治人物当然因为是比较容易看出来的，演员也是啊。好，问题问完之后，研究对象被要求拔除墙上的插头，以免隔壁智商老师听到他对实验的评论。然后实验对象再插上插头，进到第二个问题啊。你每答完一个问题，他给你一个建议以后，你要对这个建议再有一个评论啊。所以这都是故作玄虚啊，没有什么实际的用处。研究对象被告知，大部分人都会想问10个以上的问题，所以这就是从众行为啊。你要问6个问题就算了吗？你要不要也问10个问题？因为其他人都做10个耶，好吧？啊，你只买一个苹果吗？33块啊，你买3个100块啊，啊，大家都买100块啊。好，不要小看这个事情啊。有人这里讲33块，他会以为就真的3个100块他是赚到的，有人不会这，他因为他想3个100。他不是想到1个33或1个36，你可以注意一下，真的有的时候他只听到3个100，买一送二，但那个一的价钱已经超过送二的价钱的时候，因为你假定买一送二不会超过3的价钱嘛，不然的话他干嘛用送的呢？对不对？但我就是超过3的价钱，我故意告诉你买一送二嘛。买一送也不是假的嘛，然后我的价钱也不是假的嘛，跟你回去一看，嘿嘿，买一送二比买一个那个还要贵，有的就是这样。好，有两个案例，他特别选出来，一个讲感情，一个讲学业未来的问题，这都是大学生常见的问题啊。然后这个东西都非常非常有意思啊，已经告诉你这个你在看啊，所有的答案他告诉你以后都是你自己去想的。好，我要谈的情况，所以我信犹太教，而且我现在跟一个非犹太教女孩来往啊，已经有2个月。我爸妈并没有反对这件事情，可我也觉得他们是不赞成的。他爸爸不赞成，我妈认为只是我老爸不直接反对的话，我就可以继续跟女孩子交往啊，除非老爸表示反对意见。我觉得他之所以就是他的老爸，所以对这件事情不高兴的原因，是因为他从来没有说过不要和他来往。可是当我和这个女孩来往的时候，他却会说一些让我觉得浑身不自在的话什么的。我的问题是，你认为在这种情形下，我应该继续跟这女孩交往，还是跟她分手？或者让我说的更正面，你认为我应该继续和这个女孩交往吗？答案就 yes or no 嘛，对不对？但别忘了，这是乱数表决定的嘛。那对面那个也不是真的分析师嘛，但是我先告诉你他是嘛。或者还加说他是很有名的大师啊，他是什么成功的治愈的治疗多少人呢？你就更相信。好，讲完说研究说否，然后对他前面答案是否，不应该跟他来往啊。好吧，真是有意思。他没想到啊，他觉得应该是要来往的，对吧？我有点觉得我老爸跟我之间没有太大的敌意，不过呢，也许我跟这女孩继续交往的话，我老爸会越来越不喜欢我。我想也许旁观者清可以看出当局者的问题所在啊。好，要问第二个问题，这是他的那个评论，就是理论上对面能听不到。研究说好，然后就说你认为我该不该跟我老爸继续讨论这个问题？我应该继续跟老爸讨论我跟非犹太女孩交往的问题。他是 ，OK， 他哈，好吧，我觉得这也是有道理。不过因为他如果讲否，你也会想到有道理；你想到是，也会想到有道理，你懂吗？我就开玩笑说，我们有左口袋跟右口袋，左口袋装一个理由，右口袋装一些理由。所以今天不管你遇到什么事情，你出现假状况的时候，你就拿出假的理由来讲；遇见乙的状况的时候，你就拿出乙的理由来讲，你都活得下去的。
可是呢，一旦有人告诉你说你要选甲，你要选乙，你就好像觉得那是别人的决定，不是你的决定。其实你自己都可以做决定。简单讲讲，我真不知道跟我老爸说什么耶，对不对？说跟他谈，我不知道谈什么。我的意思说，我老爸并不是一个善解人意的人呐、啊。换句话说，他好像很怕讨论这个问题。我的意思是说，你看，一直说我的意思是说，我的意思是说啊，至少我目前是这样认为的。可是我想，假如这是对我很重要，而且假如我真的要和这女孩交往的话，我要知道，我就要和老爸谈这件事情。我不想，我并不是爱上这个女孩或什么的，但是我也不知道这样走下去会怎么样。我想我们应该讨论一下未来可能的变化，以及他对这样发展下去看法。他就他老爸。现在可能不会强力反对，因为我们只是刚开始交往。但如果他看到未来复杂问题，也许要发泄一下他的看法。现在我准备问第三个问题：假如我老爸跟我谈完这件事情之后，他认为可以和这女孩交往，前面不是说否吗？对吧？所以他显然他自己还想，可是却同时又让我觉得其实不是，是不想我和他交往，而只是为了表示他是开明的老爸，所以才这样做。假如是这样，我还应该继续跟女孩交往吗？答案说是。其实已经是矛盾的话，对不对？哦，这个答案出乎我意料之外，那当然了，对不对？这完全不合逻辑嘛。我以为答案会是否，那当然了，因为你前面是那样的，可能你不太了解我老爸及他反应，他是那种很敏感的人，因此他在处理这件事情上会十分谨慎小心。就算他说我可以跟女孩聊往来往，我也会觉得很内疚啊，这情绪绑架、情绪勒索，现在叫做啊，因为我知道其实是不想我和他来往。虽然我不知道这件事情是否有什么帮助，所以呢，好吧，我们再仔细讨论这件事情，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我现在准备要问第四个问题：假如我老爸跟我讨论过这个问题，而且得到正面回应，却同时感觉这不是他真心的想法，你认为我是否应该请老妈出面跟他恳谈一番，然后探知我老爸内心真正的想法？答案是是，啊，是否他也有办法啊？好。好，这个问题比较合理，那当然比较合理啊，对吧？那我想我老爸会对我老妈比较诚实谈这个问题，当然那也可能是个问题。老妈谈完之后会对我据实以告吗？对他爸妈都不信任，对不对？啊，他看起来比老爸开明，但是不是老妈一定会撒谎，可是他对这样的事情总是比较开明一些。也许他在和老爸交谈的过程中会站在我这一方，可是我也因此得到两种答案。假如这样想，我就别过第一关了，不过总是个进步。准备问第五个问题。你认为我该和这位犹太女孩讨论我跟爸妈的这个问题吗？或者我该等到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你认为我应该告诉这个非犹太女孩我家人对她宗教意见这件事吗？答案是否。其实应该是是嘛，对不对？啊，说是否。哦，这有出乎我意料之外啊。当然，这和你在不在乎这个女孩有关啊，或者我觉得我会和她继续交往多久而定啊。不过我个人还觉得应该告诉他才对，因为他可能比我对我们两人的交往还要认真，他是有这个可能的。我们两个人都是同样的，我们两人要是都同样的了解这状况的话会比较好。假如他觉得这是个阻碍，那我们就觉得他也许应该会见斩情丝，当机立断，而不要告诉他。我觉得也许我会以不同的方式来表达我的想法，等到他察觉真实状况，或许反过来会搞砸我们的交往等等。我准备问第六个问题：假如我爱上这个女孩而且考虑结婚的话，你认为我要求她改变成我的宗教信仰是公平的吗？答案是否。你要不要你的爱人改变啊？哦，否。这让我觉得好伤啊！我不知道这个字是不是好伤，因为查不到这个字啊。这显然是当时的一个常用字啊，或者当时的一个什么字啊？啊，否，好吧，我真的觉得我是被某种方式驯养长大，就是犹太方式嘛。我相信他也是，我的信仰很虔诚，不是说我是个正统派什么的，但总是有家庭压力之类的。我认为，我相信他可以感受得到。很不幸，我从来没有看过因为宗教而分裂的家庭最后能够安然无恙啊。所以宗教很重要，相同信仰很重要。所以我也不知道，我想我会试着要求他改变。我不认为我真的可以让他改变。好，问第七个问题，准备好了。你认为假如我们结婚后都不讨论宗教上差异，这样是不是比较好？还是某一方屈服了，然后我们以一种既非我的宗教，非他宗教的中性的宗教来教养小孩？啊，答案是是。他想很远啊，才相识两个月就开始想到未来小孩的宗教们。好吧，这也许就是个解决办法，就让他有个中性的。
假如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宗教综合了我们双方的信仰，我了解到实际上是不可行的。也许这种中性的宗教会是我们自己发明的，因为我真心的相信，不管怎么样的宗教的训练，只要不走极端都是好的。每个人都应该有些宗教信仰，也许这就是这个问题的答案啊。他自己你看自己自圆其说起来，也许我应该继续这样做，看看怎么样。哦，第八个问题，假如我们将来结婚，而且还有一大堆宗教方面家庭压力，是不是住到一个新的社区不和父母接触比较好？答案是否，要跟父母住在一起啊。哦，其实我也有点赞成这个答案啊。我觉得若是逃避问题，并不能解决问题啊。可许这就是那种你必须要接受的那种人生现实，这样家人才能让我们和睦相处。至少我希望当情况真正发生时会这样解决。我想不逃避问题才能解决问题，这样才是对双方家庭都好。所以我最好坚持下来，想办法解决问题。好，准备问第十个问题了。有第九个吗？这第八个，第九个跑哪去？怎么有第十个问题？好，假如我们将来结婚生了小孩，你认为我们应该向小孩解释我们曾经有过这样的宗教旗舰，或者我们只要以新的宗教，也就是我们说好他的宗教，让他认为我们当初也就是这样的信仰来抚养他就好？否，不要跟他讲宗教的事啊。这次我有点同意的答案，我想应该告诉他们，因为反正终究他们会发现真相。假如有一天他们发现原来我们存有宗教旗舰，那么他们会觉得我们有意隐瞒，这不是件好事，所以我认为这样做最好。第十个，刚刚那个应该是第九个啊。好好，你认为假如我们将来有小孩的话，小孩会因为大人之间宗教问题而自己有宗教问题吗？答案是否。这他怎么知道啊？哦，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同意这个答案，就表示你看啊，就不太赞成。也许他们会有困扰，一旦他们有了混淆，他们不知道孰是孰非，一旦要放弃宗教信仰，也会无所适从。不过我有一点觉得，假如宗教的包容性大，提供了宗教的需求，能提供这样需求的宗教就不会有这方面的问题。不过传道教自然止，我的评论到此为止。好，马上就会进来。好，这是问有没有要不要转系的问题啊？这个现在应该也很适用。他说这个研究对象二说，我想知道目前我是不是应该转系，我现在主修物理学，可是物理学成绩不太好，平均只有 C 左右，这很差了在国外啊。我想转到数学系去，他是不是找死啊？啊，我会有一点小小的困难，可是我想我可以克服啊。我在洛杉矶加州大学这里有几门数学课被挡啊，但是我重修之后都可以得到 C 啊，重修之后还只能得到 C。我觉得这学生的成绩真的，有一门数学课还得到 B 啊，所以我比其他的课多花一点功夫。但是我的问题是，我是否应该转系？答案是否。哦，他说否。如果我不转系的话，我就得想办法弥补我成绩上的差距，这对我是相当困难的，因为这学期我的表现并不好。假如这学期我有七个学分可以得到 A， 那么就可以能在二月的时候得到物理学学位。可是我有一门必须正式的核子物理学，我彻底的厌恶核子物理学。核子物理学一二四刚好是我获得物理学必通过的课程。好，你认为我必须选修物理学一二四的情况之下，还能顺利得到物理学学位吗？答案是是，啊，我觉得应该是不是。他说是啊，我不知道我怎么可以做得到呢。啊，我根本就做不到，我的理论不行呢，我念书习惯很差，读书速度也不行，而且没花多少时间读书啊。这是他自己的评论。啊，你认为我能够成功的改变我读书习惯吗？答案是是，啊，他说我可以成功改变我读书习惯，我一直被人教导要如何适当的念书，可是我就是不会适当念书，我也没有足够的诱因好好念物理学，难道我有诱因吗？啊，好，你认为我有足够的诱因获得物理学学位吗？是。我说我的答案是是，他说我的答案是是。我想要试过去，要是没有坏记录的话，也许还有可能。我想要得到学位是极为困难的，怎么可能？我的记录那么差，你认为我可能成功完成学业，同时又和太太在家保持良好的关系，同时又能将工作完成？这个人显然是年纪比较大的，有太太了啊。我学校功课不好，而且我在家的时候又没什么诱因要好好做功课，但是当我太太回家的时候，我就会想念书，这样一来我什么事也做不了，而一旦她无所事事，我就会不高兴，因为事情就越多。你认为我可以在家好好做功课吗？否。他说否。我也不认不认为啊，我应该每晚在家吃过晚饭后就回到学校念书吗？答案是否。
其实理论上应该是对不对？他说我不该回到学校来念书，那我去哪里呢？我该到学校图书馆去念书吗？啊，这个不是学校念书，这是学校图书馆吗？答案是是，啊，他还没发现啊。好，他说我应该到学校图书馆念书，哪一间图书馆？他们可能没有我所需要参考书，不过我也不一定需要参考书，就是我至少还需要三个问题，因为我还可以养成良好读书习惯，并且诱因来维系这个习惯，以便我不必晚睡，而且可以先把功课做完吗？答案是否啊。他说否，我没法养成良好习惯并且振作起来啊。假如你认为我无法养成良好的读书习惯并且持之以恒的话，你还相信我可以获得物理学位吗？答案是否啊。这么说来，我是得不到学位了，那我该怎么办？你还在吗？是，啊，是，这也是一个问题。我还有一个问题，我想加入空军啊，不讲念书了啊。我加入空军以后呢，有空军后备军人训练计划啊 ，Air Force ROTC Training Program。但是要加入，我必须有一个学位。假如我得不到学位的话，就没有什么机会进入空军。虽然还有小小机会可以在没有学位情况下进入空军，还是有嘛，小小机会。希望不要这样谈。我问题是，我会不会得到空军的许可？答案是是。不是，这不该问的问题，他不是空军。我说我可以得到获得，他说我可以得到我可以获得空军许可，这是我期待已久的。不过我可以获得学位吗？假如我获得许可却没有得到学位的话，我会不会得不到学位？答案是否啊，这让我火大。虽然我想做工作不需要学位，啊，你还在吗？他也知道啊，他也这个评论啊，我就不要念这个评论了。我就是说，像这个，因你为什么要相信他给你的建议？因为他觉得你是智商师，你知道比我多。那日常生活里面，其实我们都知道是跟否，逻辑上面哪一些比较可能，哪一些不可能的，这是选择问题，还有最后的后果问题。你要不要努力？要不要学校念书？你还有别的选择吗？你当然在家里不能念书，你自己说，你还能到哪里念书？除了学校，那时候没咖啡厅 ，Starbucks 这种咖啡厅，你还可以说到 Starbucks。可是你不觉得这个整个问题就是这样吗？所以每次同学都说去算命，算命的很准。我说你从这里来看，他也觉得很准呢、啊。很准的意思就是你自己心性不定，你当然会觉得他给你的建议很有效，但他给你什么建议其实都是很有效的，因为你已经相信他是一个专业的人，你已经自己有很大的困扰不知道怎么办，然后他给你什么答案其实你都可以回答，你都有一个理由可以照着他想法去做或者不照他想法去做，可是你就偏偏要相信要有一个人说你才要去做，而你不能相信自己有这个力量来决定自己的行为。这是我从这个事情得到的一个人生的教训，不是社会学的什么。所以在这里面，他们后来从这个研究发现，第一个，很多人都会完成对话，你告诉他说这个，所以很多人不会很不礼貌的离开啊。然后所做的回答都针对问题而来的，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是这样，我们这正常会话通常都是要跟人家，比如说现在的这个手机的通讯就有点糟糕啊，为什么？因为到时候你停了没有，对方不知道啊，我写一个东西去，他已读，已读了以后不回呢？他是上厕所去了还是干嘛？上厕所也可以回啊，还是他出门了，还是他在吃饭？你不知道啊。所以有的同学很客气，跟我通这个的时候都会说：“老师现在方不方便跟你说话？老师现在方不方便跟你讲一个什么通信？”啊，然后最后结束的时候看我没话，他没话，有人会说：“啊，老师晚安。”那就是一个终止的一个讯号，对不对？如果不写晚安呢？因为像上次有个同学说啊，老师我离开电脑一下，然后他就没有回来了。那他离开我也离开了，我就没有必要再继续说啊，很好啊，还有人那种我说你的大便了啊，这个就表示你有在回应嘛，表示你有看到，这个有看到已读就可以了嘛。所以有些人会觉得说我一定有显示已读嘛，我干嘛在真的写说哦好知道了收到这样的东西，我干嘛浪费这个呢？那有人觉得你一定要这样我才看才知道你真的收到啊。所以你知道这个现在规范慢慢的有人就会觉得哎，现在年轻人很不懂礼貌啊，可是那个需要这样吗？你日常生活讲话你就一定要那孙老师对不起我要上厕所一下啊，我等一下回来，那你等一下回来我可能在原地等啊，如果是孙老师那我们今天就这样啊，我今天还有点别的事，那我就不会等你了，对不对？我们日常生活中这种对话的起跟结束是很清楚的
啊。那在这个新的媒体上面，你就开始慢慢要学习到类似这样的事情。所以有时候你可能让对方期待落空，或者你的期待，你觉得我就不必讲什么了嘛？啊，那像有时候我发东西给人家，那有的人大家觉得，哎呦，我好像不回不太好啊，就写说啊很好啊，然后几个画个赞什么之类的啊。只有一个学生很诚实啊，他跟我说，老师，请你以后不要再发这种东西给我，我还不是长辈文呢啊。我说哦好，谢谢你告诉我。他说我不知道啊，我就没有发那给他啊，就这样。反正你不讲我就会发，但你讲我就不会发，就这样啊。好，没有预先安排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借由谈话中不断回溯前瞻，视情况而定。这跟我们常常会对话，你可以看看是不是也类似啊。回答是为了引出期待中的问题啊，还有对不完整跟矛盾的问题都能自圆其说。他们的说法就是说，我这个不是放诸四海而皆准哈，我就根据前面那个研究我得到的这个结论啊。那至于能不能在别的研究上适用，那要看情况啊。所以不完整跟矛盾的回答都能自圆其说，这就最有趣的地方在这里。明明矛盾啊，你会觉得说你跟刚刚的建议不一样，但是你就不会这样讲啊，你觉得啊好像有点不礼貌的嘛，还找寻不注并注意固定的模式出现啊，然后将回答觉得富有深意。这里面尤其你相信对方是老师，对方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他的回答都是有深意的。他就算随便回答，你都觉得哇！以前 Woody Allen 演过一个电影，我忘了名字，他就是一个园丁 Gardener， 啊，种花的人。不知道为什么，就有人捧他说他是一个极有智慧的一个人。他讲，你问他什么，他讲的话全部都跟花有关。大家都觉得哇，好有深意哦，这里面一定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在那里。然后就去想，然后觉得哇，他真是心灵导师啊！他讲的就是花，他根本就不知道你在问什么。可大家都把他的话当成是非常这种看起来好像跟你的问题无关的话，其实都是有很深远的意义的，你要去抓到那个意义啊。这就是有时候有些人迷啊，拜师啊，印度的叫做 guru 啊，你相信的人是你的 guru，他讲的每一句话你都觉得哇，我跟那老师在一起实在太幸福了，每天他都给我无限的启示，这样连禅宗不讲话你都觉得有启示啊。所以这个有时候当老师啊或当偶像是很辛苦的，随便讲一句话都会被解释成那样。当然你的偶像如果很钦佩你，全部是好往好的方向解释啊。那如果是不喜欢你的人，你所讲的话都可以往别的另外一个不好的方向去解释啊。好，那这个第十一个就是H问答过程中视情况暧昧不明的处可以找到合理的答案啊。日常生活里面也常常有这样，我以前碰到一个经验啊，这经验我一直耿耿于怀。同音字的，我那时候还很年轻啊，刚回来教书，这个地方我们刚用不久，就一个老师现在过世了啊，老师对我非常好啊，就中心啊，你生了没啊？那时候我刚好又要准备生小孩啊，我想哎，老师关怀我有没有生小孩啊，我就很感到非常的温馨啊，说老师既然关心我生小孩，我说老师还没有哎，啊那要赶快努力啊啊。那我想的是生小孩，所以说这可能跟太太也有点关系。他说你自己写论文生等跟太太有什么关系啊？所以暧昧不明的地方，后来我终于知道啊，原来是讲生等，不是讲生小孩啊。可是是这样问的啊。然后身为团体成员，受测者会参考团体中的制度化特质作为诠释的基础，就告诉你这个人是什么。所以一个名声在外很重要。今天告诉你，今天来演讲人曾经得过什么美国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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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奖啊，他是多优秀多优秀的学者啊，学在什么期刊上发表什么论文，那你去听，你已经对这个人很那个了。如果说这个人从来没有发表过任何一篇文章，他在美国哈佛大学任教却一篇文章也没发表过啊，他来演讲你会去听吗？这消息就非常的矛盾呢。但是你想说啊，他是最年轻的什么某奖的得奖人啊，这个怎么样的，他的那个创作怎么得到多少人的那个，这就会有很多人去听啊，懂吗？所以这个做宣传的或做 PR 的人，公关的人就常常会用这种东西来那个啊，他的课点阅率是全台大第一什么之类的，那他就算是那个全台大点阅率很低，他不讲，但是他是第一，这个也不是假的啊。
啊，如果台大只有一门课，就他的课，点阅率低于，那不是也不是假的吗？啊，好。另外，自己的决定符合自以为是对方给予的建议啊，还有受测者察觉到正常的价值，与说是被给予的，不是说是自得的，啊，这个主要是你自己啊，啊，不是别人给你的，啊，好，那他又讲到日常生活活动的理由哈 ，grounds of everyday routine grounds of everyday activity， 他就有讲到这个背景期待的概念啊，这个其实大部分都会有，但你不会想到这叫背景期待啊。夫妻对话，这是他学生的作业啊，就告诉你讲了什么跟背后什么，这就是 documentary method 啊，这是表面的，这是后面的意义。他说这个丈夫说 ，Dana succeeded in putting a penny in a parking meter today without being picked up， 啊，就说 Dana 啊，我刚开始还不知道 Dana 是男是女啊，因为我们对这个名字外国名字没有一个感觉啊，那是男是女不知道。今天没被我抱着就可以把一分钱放到停车记录器里，他的小朋友啊，表示够高了啦，对不对？今天下午，这是他的解释，我带着四岁的男孩，这里面完全没有跟男孩有关，除非 Dana 这个字是男的的特有的名字啊。从托儿所回来的时候，我把车停在停车场，他已经高到可以将一分钱放，不像其他事情啊。我把英文摆在下面，这那个人坐。啊，你有没有带他到唱片行 ？Did you take him to the record store？ 啊，那时候还卖唱片，1960年代 ，CD 还没出来 ，CD 是1980年代初期啊。你可以将钱放进去，就表示你在停车前跟他在一起。我知道你在接他之前或者之后到过唱片行，是不是在接他之后？因为他跟你在一起，或者你去接他途中去的，回来的时候去过哪个地方？所以这两个对话其实是不相连的啊。但是他记下，他没有去了鞋店啊。没有，我去接他之前去了唱片行啊，就接之前就去了，然后回家的去了修鞋店，那时候他已经跟我在一起，可是这个讯息不包含这个，如果是另外任何人其他对话，可能就不是这样的东西。啊，去干嘛？啊，他说我去买鞋带，啊，然后你的帆船鞋应该换鞋跟的啊 ，loafer 是帆船鞋，啊，我以前看到 loafer 不知道什么意思。啊，查字典不知道什么意思，后来说哦，帆船鞋，因为以前那个时代我没看过帆船鞋，台湾也没有人知道那叫帆船鞋。后来帆船鞋流行了，我才知道那叫帆船鞋 ，loafer 啊，有很多东西是有专有名词的。然后很多对话是双方了解而没有明说的，你知道生活常有这种啊，双方了解的常往往是因为对方实际上说的部分，而反而是没有说的部分，所以你能够了解，这是日常生活对话。很多话了解是把一连串的对话当成是连续对话的文件证据，就那 documentary， 而不只是一连串的字词而已。就你这个文件的意涵是什么啊？然后两个人所互相了解是透过把实际对话当成是对方实际表达的潜藏意思的文件跟指引。所以前面有一个句话，后面有他的意思。外人光听话，有时候你不太知道背后的意思啊。那个听的时候是一样，那记下来的时候又是另外一个样，啊，所以绘画过程中专门会把自己了解到对方生平当成诠释跟表达的依据，就我会把你那个考虑进去，比如说他是夫妻对话，对吧？就他的生活啊，然后双方会等到对方多说一点，再回头去了解对方想表达的意思，双方似乎都不急着想早一点知道，或者假定自己知道，像我刚刚讲生了没啊，我的直觉就认为那是在讲生小孩，那老师直觉认为这是在养生等，所以我们两个人一直到等到说最后你才知道啊，原来我们两个原来在不同的线上啊，在讲同样的事情。另外一个叫 etc clause，etc 这是一个拉丁文，所以要用斜体字，英文的外来语，等等啊，或者叫诸如此类，绘画中心照不宣的部分啊，很多人会，现在有人会学英文叫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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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啊，就是等等的意思。刚才去到英。到美国就听到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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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说，为什么要把女人的内衣拿出来讲？啊，关 bra 什么事情啊？好，那另外一个是有关变性人的研究啊，这个研究只出了一，没有二，一直没有二，一直没有，这是1967年左右出的哈，在这本书里面，我从这篇文章学到非常非常多的东西啊。他的变性人他给他一个昵称叫 Agnes 啊，忽然有人专门研究这篇文章啊。然后讲到这个 passing 跟这个 passing device，passing 真的找不到太好的字，因为这个蒙混伪装都蒙混有不好的意思，中文里面，它的 passing 不太有不好的意思，
啊，所以有时候我讲伪装就不是太好，不比较没有这个意思啊，所以这个我很难找到一个很恰当的，你不是说欺骗啊啊，又好没了。那他因为是个变性人，从男变女，啊，所以呢，他呢基本上他得虚构一个女性童年史，因为他童年至少在阴阳性别上面，男女性别上不是那么明显。第二个，他的生活里面他必谈自己男性童年的事情，因为这样才能彻底建立你的女性，你身为一个女性的观点。就像这个在政治上也是一样，啊。很多人的历，很多政党的历史都尽量不要讲自己过去不好的地方，说全世界都一样，啊，一定每个政党都有做见不得人的事情，不要讲，我都讲我好的地方，那坏的地方是要让别人来讲，那很多都是把前朝骂到臭头，啊，所以等到后朝了，自己变前朝，也一样会骂到臭头，啊，所以这跟这一样，必谈自己同男性同学，有一些你不想谈的东西，那种你觉得不光荣不光彩的事情，不要谈。啊，那很多人不太谈这个事情，你就知道，因为他的身份，啊，他包括什么？美国有联邦证人保护计划，他们就尽量不要跟熟人在一起，因为他伪造一段自己的历史，啊，那那段历史要让别人都相信，啊，这个在美国连续剧里面也很多。美国是很奇怪的一个国家，有这个联邦证人保护制度，因为他国家够大，所以可以把人塞在全世界各，塞在美国的各个奇怪的角落。中国也够大，但中国人太多了啊，大概没办法有这个证人保护计划啊。美国真的是有这个联邦证人保护计划，甚至是一个伟大的发明，全世界没有其他国家有啊，没有其他国家有这条件啊。我以前看过一电影，就是电视剧啊，专门保护这些联邦证人的那个 program， 他们都把它放在美国的所谓的乡下地方啊。然后他们有假名，有什么，然后有美国的 Marshal,US Marshal 是要负责保护这些人，押送这些人。所以美国的 Marshal 制度是从很早就成立了 Marshal 制度，美国警长制度啊，那个是非常非常有趣的那个剧集啊，讲到这些人是怎么生活，然后他们要去接这些人，然后这些人到底犯了什么问题，然后因为作证当污点证人，所以有的是全家来的，有的是怎么样这样啊。好，第二个是他要学习女性特有的外表打扮跟行为，他不是女的，从小也没被用女的养大，但他想变成女的以后，他必须重构一个自己的女性史，啊，自己的女性史，所以他就必须这样讲啊，还有学习女性对生理期的应付手段，他根本就不可能来月经，因为他生理上的问题，但他必须学会，他就非常要求，坚持要求自己学会用卫生棉。我们身为一个男孩子，在台湾的社会或在现在，你在不会用卫生棉不是什么太稀奇的事情。甚至有一次我去帮我太太买卫生棉，因为刚好没有了，我就非常的尴尬，这样啊，跑到这个超市去买卫生棉啊，因为站在那个 aisle 的那个只有我一个男的啊，但别的女的也没笑我啊，也没怎么样啊，但是我就觉得，哎呀啊，我太太还要拿个牌子给我看我要买什么样大小，所以我就买了啊。那店员也没对我怎么样，就我个人觉得很尴尬，但是其实没有任何人对我怎么样啊。那学习女性对生理期的应付手段啊，那就像有的在别的研究里面啊，有的女性变男性的，她会有一个假阴茎啊，不是做的，就她穿裤子以后会另外再摆一个东西，当成是她的阴茎，不是她真有个阴。有的人当然要求要做一个阴茎，那在技术上有困难一点，不是不可能，那就摆一个假阴茎啊。然后很多女性呢，不知道为什么就变从女的变男的，她会假胡子，她觉得这是她的明显的性别特征。她如果有个假阴茎，然后裤子在那边有点鼓鼓的，会更具有她是男性的这种说服力。但其实一般男性并没有特别注意到这个问题，但变性人就会特别强调这种性的这种特征。我自己有一个变性人学生，曾经在修我课的时候跟我讲他是变性人。他呢原来是有两个性别，器官都有。他大学的时候决定考大学那年，他很聪明，决定成为一个女性。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不够高，他只有150几公分，他觉得他变成一个男性会太辛苦啊，才变成女性。他上课呢化妆化得非常的浓，就超乎一般女学生会化妆，她比她还要浓。
为什么？我觉得就是强调他的女性那个，他不希望被他任何地方被看出一点男性。我自己跟他有近距离的那个，他每一学期都问，每一堂课都问我问题啊。那时候爱情社会学，他都坐中间，然后都问问题，然后每一次都好多问题，我完全察觉不出来他是男性，啊，就他没有那种我们刻板印象中的男性。像有些人，啊，就不要讲谁了哈，那怎么看起来他好像都是男的，然后只是穿着女性衣服，留着长头发而已，这样啊。好，那接下来就应付伎俩 ，management。Device， 你怎么应付日常生活中人家碰到你性别问题的时候？上厕所，啊，有男厕所、女厕所，或者 unisex 厕所就没这个问题，啊，男厕所、女厕所，我去上女厕所，怎么上厕所啊？或者其他的地方，你碰到跟这个性日常生活中性别有关的地方，那他怎么应付？这都是他要学习的。我们日常生活中已经把这个内化到我们的行为里面，所以我们都不觉得这需要学习。其实这是需要学习的。从他们的 case 来讲。那这个从变性人的这个问题就出现了一个性别跟时间异同的这种表格，我就画一个表格啊，这是最简单的表格。第一个时间就是可以讲出生，第二个时间可以讲死亡啊，看你怎么去想。那如果出生的时候男的，你也是男的，就是我们一般所谓的男啊，现在定义的男其实是蕴含的这个时间的呢。第一时间是女的，你死的时候也是女的，就是女。我们所谓的男女就是这么简单的区分。但是呢，有些人啊，显然在数量上是少数。第一生出生的时候是女的，死的时候她是男的，这就是女变男，英文叫做 F female T to 或 transform 啊 M to male， 所以叫 FTM。那这个呢，出生的时候男的话变成女的，那其实可以叫男变女，所以有这种男女。女变男，男变女，至少在概念上有这四种可能，有四种可能，啊，所以这个是可以扩展我们对于性别的看法，就不是传统的男跟女这两项而已，啊，这我们都不加上任何道德上的那个啊，那这个只是纯粹从生理上生殖器官的有无来这样子弄，所以现在。如果是这样，如果要以这些人男变女变男的标准，那这些叫做 cisgender， 没有变过性的性别 ，cisgender。所以我第一次看到 cisgender， 我不知道这字是什么，那这字就是没有变性的人。然后这变性的人称我们这种人叫没有变性，就像盲人会称我们叫明眼人，我们称他们盲人，但他们叫我们明眼人，他们就不称我们为人。我们作为一个这个叫什么default case。啊，就是做一个假定，我们是正常人。我别人当然都不正常，盲人啊、变性人都是不正常人。但如果他们当成正常人，那我们就要发明一个名词来称呼我们这些人，跟他们不一样的人。所以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啊，当你发现有什么虚拟真实的时候，或者有虚拟书店的时候，那传统的书店就叫实体书店。本来书店就是实体的，哪有虚拟的？可是，一旦有了虚拟书店以后都说，哎，你去实体书店了，你就忽然间要把书店用虚拟的为参考标准，就叫实体书店。所以很多都常常就是这样的，就名词是这样的，不断的追溯的改变，啊，性别的问题是这样，啊，大概这个就是这样。那我们大概今天就是讲到这里。